论曰：成功居礼官则意欲缓死，乡右主则正不见宠，可谓有宰相之气矣。终能成风，亦数乎民甚用刑而不留狱，然其听狂亦杀人，开父子兄弟的相待死，私打谬矣。是则不善人多幸，而善人常待其祸，进退摩索错也。赞曰：臣郭主行，人赖其平，宠今哭字，公断以情，中用祥密，损益有成，失于孙子，且公且亲。 PG 1279。 《后汉书》卷47，班梁列传第37。班超字仲升，扶风平陵人，徐令标之少子也。为人有大志，不修细节，然内孝谨，居家常直勤苦，不耻劳辱，有口辩，而涉猎书传。永平五年，兄故被召议教书郎，超与母随至洛阳。家贫，常为官庸书以供养，久劳苦，常辍夜投笔叹曰：大丈夫无他志略，犹当孝父介子。张骞立功抑郁，以取封侯，安能久世比言贤乎？左右皆笑之。超曰：小子安知壮士志哉？其后行异乡者曰：既久不依诸身耳，而当封侯万里之外。超问其状，乡者指曰：身厌汉胡景，非儿时肉，此万里侯乡也。久之，显宗问故，亲弟安在？故对为官写书，受职以养老母。弟乃除超为兰台令史，后作是免官，注射如射水，猎如猎兽，言不能周悉，粗窥览之也。东官既曰：超持公羊春秋，多所窥览，助教书郎，解见班固传，助父介子，北的人昭帝时使西域，刺杀楼兰王，封邑阳侯。张骞，汉中人，武帝时凿空开西域，封博望侯。续汉书作：酒弄比言乎？华侨书作：九世比根乎？言应验。注一作：所尊则先祭酒，今称祭酒，相尊敬之词也。 PG 1280。 注续汉志曰：兰台令史六人，至百十，掌书合奏即应。主文书十六年，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，以超为假司马，将兵别及伊吾，战于蒲类海，多斩首虏而还，故以为能，遣与从事。郭循据使西域，驻伊吾，匈奴中地名，在今伊州那直县界。前书音译曰：蒲类，匈奴中海名，在敦煌北也。超道善善，善善王广奉超礼敬甚备，后呼更书谢。超谓其官属曰：宁绝广礼亦薄乎？此必有北虏时来，胡疑未知所从故也。明者独未蒙，况以者邪？乃召士胡诈之曰：匈奴使来数日，今安在乎？是胡惶恐，俱服其状。超乃避士胡，悉会其力士36人与共饮酒酣，因激怒之曰：卿曹与我俱在绝域，欲立大功以求富贵，今鲁使到才数日，而王广礼敬即废，
如令善善收吾属送。匈奴骸骨常为豺狼食矣，为之奈何？官属皆曰：今在为王之地，死生从司马。超曰：不入虎穴，不得虎子。当今之际，独有因业以火攻鲁，使彼不知我多少，必大振不可舔进也。灭此鲁，则善善破胆，功成事立矣。昔曰：当与从。是义之。超怒曰：吉凶决于今日。从事闻俗吏，闻此必恐，而谋泄，此魔所名，非壮士也。昔曰：善。初夜，遂将吏士往奔鲁营。会天大风，超令十人持鼓葬鲁舍后，曰曰：见火燃，皆当鸣鼓大呼。余人悉持兵弩加门而伏。超乃顺风纵火，前后鼓噪。鲁西惊乱，超首格杀三人，立兵斩其使级。从事三十余级，余西百许人悉烧死。明日乃还告郭循，循大。PG 1281。今继而色动，超知其意，举手曰：愿虽不行，班超何心独善之乎？循乃曰：超于是召善善王广，以鲁使守视之，一国正部。超小告伏魏，遂纳子为职，还奏于窦固，固大喜，具上。超功效，并求更选使使西域。帝状超节，召固曰：例如班超，何故不遣而更选乎？今以超为军司马，令遂前功。超复受使，故欲议其兵。超曰：愿将本所从三十余人足矣，如有不余，多以为累。祝善善本西域楼兰国也。昭帝元凤四年改为善善，去阳关1600里，去长安6100里也。祝曹备也。祝东关纪曰：斩得匈奴节使乌赖代，复使比离之首集结也。是时于田王广德兴攻破沙车，遂雄章南道，而匈奴遣使监护其国。超继西，先至于田广德礼义甚疏，且其俗姓乌。乌言：神怒何故欲向汉？汉使有瓜马，即求取以辞我。广德乃遣使就超请马，超密知其状，报许之，而令乌自来取马。有请乌至，超即斩其首以送广德，因辞让之。广德素闻超在善善诛灭鲁使，大惶恐，即攻杀匈奴使者而降超。超重赐其亡。以下因镇抚焉。住于田国，去长安9670里，南与若羌，西与姑墨。接沙车国，去长安9950里，西城南北有大山，中央有河，东西6000余里。东至玉门、阳关有两道，从善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，至沙车为南道。雄章尤赤甚也，章因丁亮反波傍也，波因毕。 PG 1282。著续汉及华侨书，瓜字并作颓，说文马浅黑色也，因今昧反。时归兹王建为匈奴所立，以示鲁威，具有北道，攻破疏勒。
杀齐王，而立龟兹人都提为疏勒王。明年春，超从贤道至疏勒去都提所居盘陀城九十里，逆遣利田律先往降之。敕律曰：都提本非疏勒种，国人必不用命，若不及降，便可执之。律既道，都提见律轻弱，疏无降意，律因其无备，遂前劫赴都提，左右出其不意，皆惊惧奔走。律持报超，超即赴之，夕召疏勒将立，说以龟兹无道之状，因立其故王兄子中为王，国人大悦。中及官属皆请杀都提，超不听，遇事以威信，事而遣之。疏勒由是与龟兹结怨，驻龟兹国居居盐城，去长安7480里，南与精绝，东与且末，北与乌孙，西与姑墨皆。前书因译龟兹因秋辞今归，因秋勿反，兹因举为反，盖及言耳。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坡河西行，至疏勒为北道。疏勒国居疏勒城，去长安9350里也。著续汉书曰：求得故王兄子于勒立之，更名曰中也。18年，地崩。燕齐以中国大丧，遂攻梅都护城母。超孤立无援，而归兹、姑墨数发兵攻疏勒。超守盘陀城，与中为首尾，势力单少，据守遂余。肃宗初即位，以城木心梅恐超单为不能自立，下诏征超。超发还，疏勒举国忧恐，其都尉李衍曰：汉使弃我，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。臣不忍见汉使去，因以刀自尽。超还至于田，王侯以下皆豪气曰：依汉使如父母，臣不可去。互报超马卧，不得行。超恐于田中不听其。PG 1283。冬又欲遂本志，乃更还疏勒。疏勒两臣自超去后，复将归兹，而与魏头联兵。超捕斩反者，即破魏头，杀600余人。疏勒复安，驻燕齐国居元渠城。去长安7300里，北与乌孙接。驻姑墨国王居南城，去长安8150里。驻魏头国居魏头谷，去长8650里，南与疏勒接。依弗类乌孙也。建初3年，超率疏勒、康居、于田、居弥兵10000人攻姑墨。石城破之，斩首700级。超欲因此破平诸国，乃上书请兵曰：臣妾见先帝欲开西域，故北极匈奴，西使外国善于田及时相化。今居弥、沙车、疏勒、乐氏、乌孙、康居复愿归附，欲共并力破灭龟兹，平通汉道。若得龟兹，则西域未服者1%耳。臣服自为念，促无小利，实愿从古及效命。绝欲庶几张骞弃身旷野，习为将列国大夫，尚能何及诸戎？况臣奉大汉之威，而无中刀一割之用乎？前世义者皆曰取36国，号为断匈奴右臂。今西域诸国，自日之所入，
末。不像话，大小星星供奉不绝，为焉其归兹独未服从。臣前与官署36人奉使绝狱，被遭奸恶。自孤守疏勒于今午载狐疑情数，臣颇识之。问其臣郭小大，皆言以汉语一天等，以示效之，则威领可通，威领通则归兹可伐。今一拜归兹世子白霸为齐国王，以部齐数百送之，与诸国联兵，岁月之闲，归兹可擒，以夷狄攻夷，狄既之善者也。臣见沙车疏勒田地肥广，草木饶眼，不比敦煌，善善贤也，兵可不废中国而彻食自足。且孤墨温肃二王特为龟兹所制，既非其种，更相厌苦，其意必有降。 PG 1284。 反若二国来降，则龟兹自破。愿下陈章参考形势。臣有万分死复何恨，臣超区区特蒙神灵，切忌未变江仆目见息。欲平定，陛下举万年之殇，见勋祖庙，不大喜于天下。书奏帝知其功可成，意欲给兵。平陵人徐干素与超同志上书院奋身左超五年，遂以干为假司马，将持行疾一从千人九。超驻康居国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，部署都护驻颇游岁也。驻古籍长安人，永之父也。元帝时为忏司马，使宋至之单于世子为智之所杀。张骞武帝时为郎，使乐氏为兄奴所毙，留之十余岁，乃亡走大宛，穷极即设禽兽给食。诸位将晋大夫晋道公时，山戎使孟乐如晋，因未将纳虎豹之皮，请合诸戎。公月使魏将蒙诸戎，事见左传即亦何也。注甲亦曰：莫邪为盾兮，中刀为先。楚辞曰：捐太阿保中刀兮。注前书曰：汉遣公主为乌孙夫人，结为昆弟，则是断兄奴又必也。哀帝时刘兴上亦曰：武帝时立五蜀国，起朔方，伐朝鲜，起玄兔、乐浪，以断匈奴之左臂。西伐大宛，结乌孙，列匈奴之右臂。南面以西为右也。注西域传曰：自条之国乘水西行，可百余日，近日所入也。注孝游宴也。西河旧事曰：威岭山，其上多威，因以为名。注前书朝错曰：以蛮夷攻蛮夷，中国之力。注敦煌今凉州县。 PG 1285。 注温宿国王居温宿城，去长安8350里也。注诗曰：积比公堂，称比四公，万寿无疆。前书儿宽传曰：臣宽再拜上千万岁寿。注见敬也，勋功也。左氏传曰：反行隐志，舍绝策勋焉。先是沙车以为汉兵不出，遂降于龟兹，而疏勒都未翻城，亦复反叛。会徐干事至，超遂与干即翻城，大破之，
斩首千余，即多获牲口。超既破藩城，欲进攻归资，以乌孙兵强，以因其力，乃上言乌孙大国，控弦十万，故武帝妻以公主。至孝宣皇帝，促得其用。今可遣使昭魏，与共合力。帝纳之。八年，拜超为江兵长史，甲鼓吹壮挥，以徐干为军司马。别遣忏后李毅护送乌孙使者，赐大小昆米以下锦帛。驻藩阴潘，下痛也。驻乌孙国居赤谷城，去长安8900里。武帝元封中，以江都望见女戏君为公主，以妻乌孙，赠送甚甚，乌孙以为有夫人。驻西域传曰，宣帝即位，乌孙遣使上书言，匈奴连发大兵侵及乌孙，欲隔绝汉，乌孙愿发国半精兵50000骑，尽力及匈奴，为天子出兵以救公主。汉大发15000骑，五将军分道并出。乌孙以50000骑从西方入，至右谷离王庭，获40000余骑，马牛羊70余万。驻江兵长史解见和帝纪。平帝元始二年，使业者大司马愿持节行边兵，遣执金吾后陈茂甲以征谷。谷今乐路曰：“横吹胡乐也。”张骞入西城，传其法于长安，为的摩诃都乐。PG 1286。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生28解。陈馀以为武乐，后汉以给边疆，万人将军得之。在俗用者有黄谷、陇头、出关、入关。出塞、入塞，折杨柳、黄檀子、赤枝杨，望行人拾取。刘熙是名曰壮，同也，其貌同同然。蔡邕月令张据曰：与鸟翼也，以为精壮辉也。横吹辉壮皆大将所有，超非大将，故言甲。著前书曰：乌孙国王先豪昆莫，名列焦弥，后书昆弥云。后代取昆字弥，弥身相近，因有轻重耳。昆莫既死，子孙争国，汉令立元贵弥为大昆弥，乌旧图为小昆弥，赐印绶，故有大小昆弥之号焉。李毅使到于田，而执归资公叔乐，恐惧不敢前，因上书陈西域之功不可成，又甚悔超拥爱妻，抱爱子，安乐外国，无内故心。超闻之，叹曰：身非曾参而有三智之禅，恐见疑于当时矣。遂去其妻。帝之超中，乃切则意曰：宋超拥爱妻，抱爱子，思归之士千余人，何能尽与超同心乎？令意亦超受。节度赵超，若意任在外者，便留与从事。超即遣意将乌孙世子还京师。徐干谓超曰：意前轻毁君，欲拜西域，今何不愿诏书留之，更遣他立宋世子乎？超曰：是何言之陋也？以意毁超，故今遣之。内省不救，何恤人言？快意留之，非忠臣也。著三智，解见寇戎传。著旧病也，序忧也。论语孔子曰：内省不救，夫何忧何惧。
左氏传曰：“诗云，礼义不迁，何恤乎人之言？诗谓一诗也。” PG 1287。明年，复遣贾司马和公等四人将兵800亿超，超因发疏勒，于田兵及刹车。刹车因通使疏勒王中，但以重力，终遂反从之。西宝乌及臣，超乃更立其辅臣，臣大为疏勒王，西发其不反。者以宫中，积半岁，而康居遣精兵救之，超不能下。是十月事，兴与康居婚相亲，超乃使使多积景伯一月事王，令小事康居王。康居王乃罢兵，直中以归其国。乌吉臣遂降于超，诸位多以珍宝诱引之，但因图滥反。前书曰：“高祖令禄，假往说秦疆，但以利，但与旦同。”后三年，中说康居王借兵，还据损中，密与归资谋，遣使诈降于超。超内知其奸而外委许之，中大喜，即从轻其意。超，超密勒兵呆之，为公张射勒。九行乃赤力腹中斩之，因即破其息，杀700余人，难道。于是遂通驻损中，未降。东关既作，顿中、叙汉及华侨书并作。损中本或作直，未知孰是也。助公因居用反，张因逐量反。明年，超发于田诸国兵25000人，复及刹车而归资王。遣左将军发温宿孤墨，未投合50000人救之。超召将校及于田王议曰：“今兵少不敌，其计莫若各散去。”于田从事而东，长使意于此西归，可须夜鼓声而发，因缓所得牲口。归资王闻之大喜，自以万骑于西界遮超，温宿王将8000骑于东界剿于田。超之二虏已出，密召诸部勒兵，鸡鸣驰赴刹车营，胡大惊乱奔走，追斩5000余级，大获骑马处财物。刹车遂降，归资等因各PG 1288。退散，自是威震西域。初，乐事常助汉及车师有功，是岁供奉珍宝、扶拔狮子，因求汉公主。超惧骸其使，由是怨恨。永元二年，乐事遣其父王谢将兵70000攻超。超稀少，皆大恐。超辟军事曰：“乐事兵虽多，然数千里于威岭来，非有运输，何足忧邪？但当收谷坚守，比击穷自降，不过数十日绝矣。”谢遂前攻超，不下，又超略无所得。超度其粮将尽，必从归资求救，乃遣兵数百余东界要之。谢果遣其积金银珠玉以路归资。超服兵遮急，尽杀之，持其使首以示谢。谢大惊，即遣使请罪，愿得升归。超纵遣之。乐事由是大振，遂奉贡献著叙汉书曰：“扶拔行四邻而无角。”明年，归资、孤墨、温宿皆降，乃以超为都护，徐干为长史，拜白霸为归资王，遣司马姚光送之。
超与光共偕归资废齐。王游历多而历白罢，使光将游历多还易京师。超居归资他干臣。徐干屯疏勒。西域为燕齐，为虚，为离以前梅都护，怀二星。其余西定。六年秋，超遂发归资、善善等八国兵合七万人，极力士甲。客千四百人讨燕齐。兵到卫离界，而遣小说燕齐、卫离、为虚曰：“都护来者，欲镇抚三国。”即欲改过向善，以遣大人来迎，当赏赐王侯以下。事必及还。今赐王彩五百匹。燕齐王广遣其左将北见之奉牛酒迎超。超节见之曰：“汝虽匈奴世子，而今秉国之权，都护自来，王不以实迎，皆汝罪也。或谓超可便杀之。”超曰：“非汝所及，此人权重于。” PG 1289。王今未入齐国而杀之，遂令自疑，设备守县，岂得到其城下哉？于是赐而遣之。广乃与大人迎超于卫离，奉献真物，助大人为其求豪，助见因久言反。燕齐国有伪桥之险，广乃掘桥，不欲令汉军入国。超更从他到利度。七月会到燕齐，去城二十里，新号镇，新号营大泽中。广出不意，大恐，乃欲西驱其人共入山堡。燕齐左后援孟先长执京师，密遣使以事告超，超即斩之，事不信用。乃其大会诸国王，因扬声当重加赏赐。于是燕齐王广、卫离王范及北建之等三十人相率一超，齐国相父九等十七人聚诸，皆亡入海，而为虚妄亦不至。坐定，超怒结广曰：“为虚妄，何故不到？父九等所愿逃亡。”遂斥力士收广、范等于陈木故。臣斩之，传首京师。因纵兵超略，斩首五千余级，获牲口万五千人，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，更立元孟为燕齐王。超留燕齐半岁，未抚之。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职内属燕。著犹待以上为例，由西以下为阶，见而雅也。著十七，自本或为七十。明年，下诏曰：“往者匈奴独善西域，寇到河西，永平之。”末，城门骤闭。先帝申敏边盟因罗寇害，乃命将帅及右的破白山、临蒲类，取车师、陈郭诸国震慑回应，遂开西域。至都护，而燕齐王顺、顺子中独谋悖逆，持其险隘，覆没都护，并及立誓。先帝重元元之命，但兵役之心，故使军司马班超安及于田以西。超遂于威岭弃县渡，出入二十二年，没步兵。PG 1290。从改立齐王而随其人，不动中国，不繁荣世的远夷之和，同一俗之心而治天诛，捐素耻以报将士之仇。司马法曰：“赏不逾越，欲人素因为善之利也。齐封超为定远侯，一千虎
注西河旧事曰：白山之中有好木，匈奴谓之天山，取蒲类海百里。郭义公广志曰：西域有白山，通遂有雪，亦名雪山，破白山见名迹也。注气志也。县度山名县阴玄，为以绳索陷坠而过也。其处在皮山国以西，即兵国之东也。注志由志也。捐楚也。注东关纪曰：其以汉中郡南镇之西乡户千峰超为定远侯，故城在今扬州西乡县南。超自以久在绝域，年老司徒。十二年，尚书曰：陈文泰公封其五世藏州，胡死守丘，代马一封夫周其同在中土。千里之贤，况于远处绝域，小臣能无一封守丘之思哉？蛮夷之俗未壮吾老。陈超犬马齿坚，常恐年衰，掩乎江浦，孤魂弃捐。习苏武留匈奴中上十九年，今陈姓的奉节带金银户西域。如自以受中屯部，臣魔所恨，然恐后世或名臣为梅西域。臣不敢妄到九泉郡，但愿深入玉门关。臣老病衰困，冒死谷言，仅遣子勇随县务入塞。及臣身在，令勇募见中土。而超妹同郡曹受妻昭义上书请超曰：助礼记曰，太公封于营丘，彼及武士皆反葬于周。君子曰：乐乐其所自身，礼不忘其本。古之人有言曰：胡死。PG 1291。郑丘守人也。郑玄注曰：郑丘守，星号郑守，星号丘也。代郡名在赵北。韩诗外传曰：代马衣北风，飞鸟扬故巢也。注案前书曰：匈奴其俗壮者食肥美，老者食其余鬼壮健，健老弱也。注金银未应也。金应子寿，银应亲寿也。注玉门关属敦煌郡，今沙州也。去长安3600里。关在敦煌县西北。酒泉今宿州也。去长安2850里也。注东关纪曰：时安喜遣实县大爵师子超遣子勇随入塞也。妾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超，幸得以为公特蒙重赏，爵列通侯，为2000石。天恩殊爵，臣非小臣所当被蒙超之使出。至捐屈命，既立为公，以自臣孝。会臣目之变，道路隔绝，超以一身转策绝域，小辟诸国，因其兵稀，每有攻战，则为先登，身被惊疑，不必死亡。赖蒙陛下神灵，且得延命沙漠，至今积30年，骨肉生离，不复相识。所与相随时人世稀，皆已物。故超年最长，今且70，衰老被病，头发无黑，两手不仁，耳目不聪明，扶杖乃能行。虽欲竭尽其力，以报塞天恩，破于岁暮，犬马齿锁。蛮夷之性，被逆五老，而超旦暮入的久，不见待，恐开奸诡之缘，
生逆乱之心，而卿大夫闲怀一切，莫肯远虑。如有猝暴，超之气力不能从心，便为上损国家累世之功，下弃忠臣竭力之用，臣可痛也。故超万里归臣，自成苦疾。严谨于望，三年于今，未蒙沈禄。助疑伤也，助不仁犹不遂也。 PG 1292。 助于尧也。高祖于魏秦不曰：何苦而返？切切闻古者十五受兵，六十还之，亦有修习不任职也。原陛下以至孝礼天下的万国之欢心，不以小国之臣况超的被侯伯之位，故感触死为超求哀，盖超余年一的生还父见阙庭，使国永无老远之虑，西域无苍族之忧，超的长猛文王葬骨之恩，子方哀老之惠。诗云：民亦老止，岂可小康。会此中国，以随四方。超有书与妾深觉，恐不复相见。且陈商超以壮年节忠孝于沙漠，疲老则便捐死于旷野，臣可哀怜。如不蒙救护，超后有一旦之变，即信超家的蒙赵母颤机先请之代，妾于杠不知大义，触犯忌讳。书奏帝感其言，乃真超骸。驻州李兴号卿兴号兴号乡兴号大夫直曰：国中七尺以及六十，也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，皆真之。真为赋税从真义也。韩诗外传曰：二十行义，六十免义，与周礼国中同，及之。兴号一，兴号兴号兴号与周礼七尺同。兴号周，兴号礼国中六十免义，也即六十有五，晚于国中五年。国中七尺从义，也六尺，即是也又早于国中五年。七尺为二十，六尺即十五也。此言十五受兵，未惧野外围。言六十还之，据国中为说也。铸盖起，铸葬骨，解见名迹。田子方为文侯之师也，见君之老。马之曰：少尽其力，老而知非人也。于是收而养之，是见史记也。注诗大雅也，弃其也。康隋皆安也。言先师恩惠于中国，然后乃安四方。 PG 1293。 注赵母为赵奢之妻，赵括之母也。据括拜先请的不作，是见史记。产姬者，齐桓公之姬。桓公与管仲谋伐颤，桓公入，姬请颤之罪，是见列女传也。超在西域31岁，14年8月至洛阳，拜为摄生校尉。超素有凶邪疾，既至病遂家，帝遣中黄门问疾，赐医药。其年9月卒，年71。朝廷敏习焉，使者吊祭，赠奉甚厚。子熊嗣初，超被征，以务己校尉任上为都护，与超交代。上谓超曰：君侯在外国30余年，而小人伪臣君后，任重虑浅，宜有以惠之。
超曰：“年老失志，任君庶当大位，岂班超所能及哉？必不得已，愿尽于言。塞外立事，本非孝子顺孙，皆以罪过喜补边屯，而蛮夷怀鸟兽之心，难养一败。今君性严急，水清无大鱼，察政不得下河。宜荡一简易，宽小过，总大纲而已。”超去后，上司谓所卿曰：“我以班君当有其策，今所言平平耳。上至数年，而西域反乱，以罪被征，如超所戒。”著家与孔子曰：“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”有三子，长子雄累迁屯其校尉，会叛羌寇三府，赵雄将武营兵屯长安，就拜金赵颖。雄卒，子十四，上卿和孝王女婴陈公主。主顺帝之孤，贵骄淫乱，与婢人居为中，而赵时入使服莫下，使激怒。永建五年，遂拔刃杀主。帝大怒，腰斩使同产皆弃婆。超少子勇，勇字以辽，少有父封。勇初元年，西域反叛，以勇为军司马，与兄雄俱出敦煌，迎都护及西域甲卒而还。因巴都护后 PG 1294。西域绝无汉历十余年。元初六年，敦煌太守曹宗遣长史所班将千余人屯伊吾车，师前王及善善王皆来降班。后数月，北单于与车师后部遂共攻梅班，进击走前王，略有北道。善善王及求救于曹宗，宗因此请出兵五千人及匈奴，报所班之耻，因复取西域。邓太后召勇议朝堂会议，先是公卿多以为宜避玉门关，遂弃西域。勇上议曰：“其孝武皇帝患匈奴强盛，兼总百蛮，以逼仗塞，于是开通西域，离其党羽，论者以为夺匈奴府藏，断其右臂。遭王莽篡道，征求无厌，狐疑愤毒，遂以背叛。光武中兴，为皇外事，故匈奴富强，驱掠诸国，及至永平，再攻敦煌、河西诸郡，城门骤闭。孝明皇帝身为妙策，乃命虎臣出征西域，故匈奴远遁，边境得安。及至永元，莫不内属会贤者羌乱，西域复绝，北虏遂遣责诸国，备其不租，高其价值，言以其惠。善善车师皆怀愤怨，思乐是汉，其路无从。前所以时有叛者，皆由牧养失宜，还为其害故也。今曹宗徒耻于前父，欲报雪匈奴，而不寻出兵故事，未度当时之宜也。夫要攻荒外，万无一城，若兵连祸结，悔无及矣。况今府藏未充，失无后继，事事若于远夷，报短于海内，臣愚以为不可许也。旧敦煌郡有营兵300人，今已复之，复至护西域复孝为居于敦煌，如永元故事。又以遣西域长史将500人屯楼兰西当燕齐归资进路南强善善，
于田心胆，北汉匈奴，东晋敦煌。如此成变，著古者谋事必救祖，故言妙策也。著毛诗曰：晋绝虎臣，看如枭虎。尚书问勇曰：今立父校尉，何以为变？又至长史屯楼兰。 PG 1295。 利害云何？勇对曰：昔永平之末，始通西域，初遣中郎将居敦煌，后至复校。新号为新号于车师，即为胡虏节度，又晋汉人不得有所侵扰。故外移归心，匈奴未危。今善善王犹还。汉人外孙，若匈奴得志，则犹还必死。此等虽同鸟兽，亦之必害。若出屯楼兰，足以招附其心，予以为变。长乐忏谓行显廷尉其母参私立校尉崔巨南曰：朝廷前所以弃西域者，以其无益于中国而废南宫也。今车师已属匈奴，善善不可保性，一旦反复，班将能保北虏不为边害乎？勇对曰：今中国至周牧者，以晋郡县奸猾盗贼也。若周牧能保盗贼不起者，臣亦愿以要斩保匈奴之不为边害也。今通西域，则鲁亦必弱，鲁亦新号必新号弱，则为患为矣。孰与归？其服葬，续其断臂哉？今至校尉以汉服西域，设长史以招怀诸国，若弃而不立，则西域望绝。望绝之后，屈就北虏，原边之郡将受困害，恐河西城门必复有骤壁之景矣。今不扩开朝廷之德，而居屯戍之费，若北虏遂斥，其安边久长之策哉？太尉属毛枕南曰：今若至校尉，则西域落亦遣使求索无厌，与之则废南宫，不与则失其心。一旦为匈奴所迫，当复求救，则为益大矣。勇对曰：今设以西域归匈奴，而使其恩德大汉，不为超盗则可矣。如其不然，则因西域租入之饶，兵马之息，以扰动原边，是为复仇仇之才，增报疑之意也。至校尉者，宣威不得，以系诸国内相之心，以疑匈奴觊觎之情，而无才废号国之虑也。且西域之人无他求索，其来入者不过秉食而已。今若拒绝，亦归北蜀，以虏并立以寇并粮，则中国之费不止千亿。至之臣变，于是从勇毅赴敦煌郡营兵300人，至西域副校尉居敦煌。 PG 1296。虽复羁縻西域，然亦未能出屯。其后匈奴果数与车师共入寇超河西，待被其害。著游骸王明，著以勇为军司马，故以将言之。将因子亮反。延光二年夏，复以勇为西域长史，将兵500人出屯柳中。明年正月，勇至楼兰，以善善归附，特加3首而归资王白。因犹自疑未下，勇开以恩信，白因乃绿孤墨，温宿自负一勇将。勇因发其兵部其万余人到车师前王庭，
即走匈奴伊犁王于伊河谷，收得前部五千余人，于是前部使复开通还屯田柳中，驻柳中，今西州县。四年秋，永发敦煌、张掖、酒泉六千骑及鄯善、疏勒、车师前部兵及后部王军就大破之，守虏八千余人，马畜五万余头。捕的军就及匈奴持节使者，将至所班眉处斩之，以报其耻，传首京师。永建元年，更立后部故王子加特奴为王。永有使别校诸斩东且弥望，亦更立其种人为王。于是车师六国西平，驻军就名也，驻且因子于反。其东永发诸国兵及匈奴呼衍王，呼衍王王走，其西二万余人皆将。捕的单于从匈，永使加特奴首斩之，以截车师匈奴之隙。北单于自将万余骑入后部，至今且谷，永使假司马曹俊 PG 1297持救之。单于隐去，俊追斩其贵人古都侯，于是呼衍王遂徙居枯芜河上。事后车师无复鲁济，陈郭皆安，为燕齐王元梦未将。二年，永上请公元梦，于是遣敦煌太守张朗将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永，因发诸国兵四万余人，分其为两道击之。永从南道，朗从北道，约其聚至燕齐。而朗先有罪，欲剿公自赎，遂先骑至决离关，遣司马将兵前战，守虏二千余人。元梦拒诸，逆遣使起将张朗进入燕齐受降，而还元梦进不肯面赴，唯遣子义却贡献，朗遂得免诛。永以后齐真下狱免，后卒于家。驻河西四郡，京城、敦煌、张掖、酒泉。梁秦字伯威，北的义居人也，父讽立州宰。永元元年，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匈奴，除讽为军司马，令先击金帛十倍单于、宣国威德，其归附者万余人。后作诗献义，昆书武威，武威太守臣止杀之。窦氏既灭，何帝知其为献所诬，真秦除为郎中，助秦殷勤，助义居献名。郡国制约有铁官，秦有勇气，常慷慨好功名。初为车骑将军邓弘司马，在迁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。秦行至河西，会西域诸国反叛，攻都护任上于疏勒。上尚书求救，召秦将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骑持赴之，秦未至而上已得解。会真上还，以其都尉段喜为都护，西欲常使赵伯为其都尉。喜伯守他干臣，他干臣小，秦以为不。 PG 1298可故乃决说归资王白霸，欲入贡保其臣，白霸许之，立人谷见白霸不听。秦既入，遣将及尹喜、伯、和军八九千人归资立人，并叛其王，而与温宿、孤墨数万兵反，共为臣秦等出
战，大破之。连兵数月，胡西败走，陈胜追击，凡斩首万余级，获牲口数千人，骆驼畜产数万头，归资乃定。而道路上隔其书不通，遂于朝廷忧之。公卿议者以为西域阻远，数有背叛，立是屯田，其废磨矣。永初元年，遂八都护遣其都尉王弘发关中兵营秦喜伯击伊吾卢柳中屯田立事。二年春，还至敦煌，会西羌反叛，朝廷大发兵西击之，拟召秦刘为诸军员。秦至张掖日乐，羌诸种万余人宫廷后杀略利人，秦进兵急，大破之。陈胜追至昭武，鲁遂散走，其能脱者十二三。及至孤臧，羌大豪三百余人一秦将，并未辟遣，还故地河西四郡富安，驻日乐，县名属张掖郡，故城在今甘州山丹县东南。驻县名属张掖郡，故城在今甘州张掖县西北也。秦受诏当屯京城，闻羌转寇三府，破进园林，即引兵复击之，转战武功美阳关。秦临阵被创，不顾连破走之，进海北所掠牲口获马处财物甚稀，羌遂分散。朝廷加之，数喜书劳免，委以西方事，令为诸军节度。驻美阳，县名故城在武功县北七里，于其所置官。PG 1299。三年冬，南单于与乌桓大人俱反，以大司农河西行车骑将军事中郎将庞雄为副，将羽林武校营事，即发援边十郡兵二万余人。又辽东太守耿奎率将鲜卑种西共击之，召秦行渡辽将军事。庞雄与耿奎共击匈奴傲见日逐王，破之。单于乃自将为中郎将耿种于美济，连战数月，攻之转籍，众移席求救。明年正月，秦将八千余人持往赴之，至蜀国故城，与匈奴左将军乌桓大人战，破斩其渠帅，杀三千余人，虏其妻子，获财物甚稀。单于复自将七八千骑迎攻，为秦。秦被甲奔袭，所向皆破。鲁遂引海虎泽。三月，河西军到五原漫泊，暴急不能进。遣庞雄与秦及耿种步骑万六千人攻虎泽，连营烧前，单于惶怖。遣左傲见日逐王一秦起将，秦乃大臣兵受之。单于脱帽图显，面覆讥嗓，纳职。会西卒于师，即败秦渡辽将军。庞雄还为大鸿胪雄八郡人，有勇略，称为名将。驻援边十郡为五原、云中、定襄、雁门、朔方、代郡、上谷、渔阳、辽西、右北平。驻曼伯，县名属五原郡。明年，安定、北地、上郡皆被羌寇，谷贵人流，不能自立。赵秦发边兵营三郡太守，使将吏人喜服封界。秦即遣南单于兄子幽孤屠奴将兵迎之。既还，秦以屠奴皆其家属有劳，折寿矣。羌侯应受，作专膳，蒸下狱，抵罪。
明年，教书郎马融上书送，请与护羌校尉庞参有诏原行，与在庞参传，会判羌寇三府，关中盗贼起，拜秦业者，将兵击之，至湖县，并卒。河西字孟孙，陈国人，少有大志。永元中为业者，身长 PG 1300.8尺5寸，善为威容，赞拜殿中，应动左右。何帝委之，擢为御史中丞、吏司吏校尉、大司农。即在君临末，遗言薄葬。三子林、景、父。林、景并有政能。父俊才早梅。林子恒为尚书，以正职称，作送李英等下狱，免官，废于家。论曰：时正平则文德用，而武略之士魔所奋其力能，故汉是有发奋张胆，争高升于夷狄，以耀功名，多以季荣、耿秉起匈奴之权。班超、梁勤奋西域之略，促能成功立民，享受爵位。建公祖庙，乐勋于后，亦一时之志士也。赞曰：定远慷慨，专攻西峡，坦不威，雪直尺龙沙。秦亦亢奋，勇乃附和。筑威岭、雪山、白龙堆沙漠也。八寸曰止，坦不言不已为坚，直尺言不已为远也。著左传曰：其父西兴，其子福克附和，言勇能继超之功业。 PG 1301。后汉书卷48，杨李狄应霍元徐列传第38。杨忠字子山，蜀郡成都人也。年13，为郡小吏、太守骑。其才遣易经师授业，习春秋。显宗时，征易兰台，拜教书郎。著元山松书曰：时蜀郡有雷震绝曹，中上白纪，以为段玉凡科所至，太守乃令中复雷电之意，而骑之也。建初元年，大汉古贵，终以为广陵、楚、淮阳、济南之域，喜者万数，又远屯绝域，立民怨旷，乃上书曰：臣闻善善及子孙，恶恶止其身，百王长典，不义之道也。秦政酷烈，为武天兴，一人有罪，言及三族。高祖平乱，约法三章。太宗治人，除去收奴，万姓阔然，蒙被根深，则及昆虫，功垂万世。陛下圣祖，德备四表，今已比年久旱，求义未习功。自斐伯广访师的三代之隆，无以加焉。臣妾安春秋水旱之变，皆应暴疾，会不下流。自永平以来，人连大狱，有司穷考，转乡牵引，略考冤滥，家属洗边。加以北征匈奴，西开36国，平年服役，转输繁费。又远屯衣吴、楼兰、车师、物己，明怀土司，愿结边狱。传曰：安土重居，未知悉数，习因民近迁洛邑，且犹愿望，何况去中土之肥饶，既不毛之荒疾乎？且南方熟湿，瘴毒。 PG 1302。护身愁困之民，足以感动天地，
一变阴阳矣。陛下留念省察，以记源源。书奏肃宗下其章，司空第五轮议痛中矣。太尉慕容、司徒鲍玉、教书郎班固等南轮以施行祭酒，孝子无改。父之道，先帝所见，不宜回忆。中复上书曰：“秦筑长城，公亦繁星，胡亥不革，促亡四海。故孝元气诸牙之郡，光武绝兮。欲之国，不以戒陵役我衣裳。”鲁文公毁全台，春秋讥之曰：“先祖为之而己毁之，不如物居而已，以其无妨害于民也。”襄公作三军，昭公舍之，君子大其复古，以为不舍则有害于民也。今衣吾之役，楼兰之屯，久而未还，非天意也。帝从之，听还喜者，悉罢边屯。著春秋。昭公二十年，曹公孙惠自蒙出奔宋公阳，传曰：“叛也，何为不言叛？为公子喜食之后会也。春秋为贤者会也，何贤乎公子喜食让国也？君子善善也长，恶恶也短，恶恶止其身，善善及子孙。贤者子孙，故君子为之惠。”著前书因义曰：“父族、母族、妻族也。”著太宗，文帝也。史记曰：“文帝得至圣也，岂不仁哉？除去收奴相作之律也。”著求字或作牛亦病也。著元帝诏曰：“安土重迁，离人之性也。”著尚书盘庚序曰：“盘庚五千，将至亳，因人资虚远。亳今河南偃师，故曰近迁洛邑。”著毛草也。而雅曰：“孤竹，北户，西王母，日下位之四荒。”又曰：“东至于太远，西至于宾国，南至于蒲中，北至于伫立，谓之四极。言不毛，荒极，直论远耳，非必此。” PG 1303的也。著元帝初元三年，诸牙郡反，呆召贾捐之以为遗弃诸牙，救人饥饿，乃罢诸牙郡。光武二十一年，善善、车师王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，请都护。帝以中国初定，为皇外侍，还其世子。后加赏赐。戒陵欲远移，言其人与余器无异也。衣裳为中国也。杨雄法言曰：“诸牙之绝，捐之之利也。否则灵戒亦我衣裳。”著公羊传曰：“毁全台何以书鸡耳？”著之鸡毁之鸡，先祖为之而己毁之，勿居而已也。著公羊传曰：“襄公十一年作三军，三军者何？三卿也。”昭公五年传曰：“舍中军，舍中军者何？复古也。言舍之与流，量时至一也。”中又言：“宣帝伯真于儒，论定五经于时渠阁，方经天下。少是学者的成其业，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，宜如时渠故事，永为后世则。”于是召诸儒于白虎观论考痛一焉。会中作事戏。欲博士赵伯、教书郎班固、贾逵等，
以终身小春秋，学多矣。文表请之，中右尚书自宋即日事出，乃得与于白虎关焉。后受赵山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，著语音狱。时太后兄忏谓马廖，仅独自守，不逊诸子。终与廖交善，以书戒之曰：“中文尧舜之名，可比乌而风；桀纣之名，可比乌而朱。何者？尧舜为之堤防，桀纣是之交奢故也。”诗曰：“皎皎练丝，在所染之。上至下愚，谓之不疑。” PG 1304。中庸之流，要在教化。春秋杀太子母弟，直称君圣恶之者，作师教也。李治，人君之子，年八岁，为至少父，教之书记，以开其明，使武至太傅，教之经典，以道其志。汉兴，诸侯王不立教会，多处禁忌，故有亡国之祸，而伐家善之称。今君为的尊重，海内所望，岂可不临身履薄，以为至戒。黄门郎年又血气方盛，既无长君退让之风，而要结清剿无形之客，纵而莫会，是臣任性，见念前往，可为寒心。君侯臣疑以临身履薄为戒，廖不纳。子欲后作献书诽谤，廖以救国。注释见录贾兴语，注意师也。皎皎，白帽也。墨子曰：“墨子见染丝者叹，曰：染于苍则苍，染于黄则黄，故染不可不慎也。”注：公羊传曰：“晋侯杀其太子申生，何为直称晋侯？”曰：“以杀其太子母弟，直称君者甚之也。”注大代理曰：“古者八岁出就外舍，学小义焉，履小节焉。”又曰：“为至三少，曰少保、少父、少师，是与太子宴者也。”《礼记》内则曰：“十年出就外父，居宿于外学书记也。”注：“廖子房及光具为黄门郎。”孔子曰：“及其壮也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也。”注：“文帝窦后兄长君，帝广国自少君，此两人所出为将冠等选长者之有节行者与之居，长君少君由此为退让君子，不敢以富贵骄人也。”注：“马房传曰：兄弟贵盛，宾客奔凑，四方必至，数百余人皆为食客也。”注：“献殷玄中兄奉为俊吏，太守连范为周所考，遣奉后中，中为范游。” PG 1305。说坐喜北地，地东巡狩，凤凰黄龙并集，中赞宋家瑞，上述祖宗红叶凡十五章，奏上赵氏还故郡。这春秋外传十二篇，改定章句十五万言。永元十二年，真拜郎中，以病卒。注：“亦不齐就传曰：中徙于北的望松县，而母于蜀务故。中自伤被罪冲边，乃作陈封之诗以抒其愤也。”注：“元山松书曰：世中贾逵见中伯达中直，真拜郎中。”即卒，赐钱二十万也。礼法字伯度，汉中南郑人也。伯通于书，性刚而有节。和帝永元九年，
应贤良方正对策，除博士、千世忠、光禄大夫。遂于尚书以为朝政科遂为永平建出故时，宦官权重，骄房宠盛，又积史官记事不实，后事有时，寻功既得，必不明信。作诗旨，下有司，免为庶人。还乡里，杜门自守，故人如生时。有后之者，言谈之次，问其不合上意之由，法未尝应对。有人故问之，法曰：彼夫可与世君乎哉？苟患失之，无所不至。孟子有言：夫仁者如射，正己而后发，发而不终，不怨甚己者，反诸身而已矣。在家八年，征拜一郎，见议大夫。正言及辞，无改于旧。初为汝南太守，正有生气，后归乡里，卒于家。著此以上《论语》孔子之言也。郑玄著云：无所不至未产，宁邪魅，魔所不为也。著孟子公孙丑篇之言也。反诸身而已，言克己自责，不责人也。后汉书1306。狄仆字子超，广汉洛人也。四世传师。仆号老子，尤善图伟，天文历算，以报旧仇。当喜日南，亡于长安，为伯相公，后牧羊凉州，欲涉骸。世俊征拜一郎，千世忠。著洛属广汉郡张山洛水所出，南入监，故城在今洛县南。监因子田反，时尚书有缺，召江大夫600以上士对政事、天文、道术，以高地者补之。仆自恃能高，而既故太史令孙毅，恐其先用，乃往后议。既作研磨所及，为涕泣流连。亦怪而问之，仆曰：图书有汉贼孙登，将以才智为中官所害，官军表乡，似当应之。仆受恩接，期创君之祸耳，亦忧惧，一并不是。由是仆对第一拜尚书。著春秋宝干图曰：汉贼臣名孙登，大行小口，长7尺9寸，巧用法，多计方，诗书不用，贤人渡口也。著一并未作文疑而称病也。时安帝使亲政事追赶祖母宋贵人，西封其家。又援旧梗宝及皇后兄弟严显等并用威权。仆尚书谏曰：臣闻为子阳狂而去殷，叔孙通被秦而归汉，彼非自护其君，实不可也。臣何叔爵之恩，蒙直不讳之政，岂敢雷同受宠而以待天履地？夫为陛下应天履坐，立直忠心，当见太平之功，而为文治化之道，盖远者难明，请以进士争之。习斗邓之宠，轻动四方，兼观众服，迎经激惑，致使意弄神器，改更设计。 PG 1307。 岂不以一尊威广，以致私患乎？及其破坏，头嗓堕的愿为孤屯，岂可得哉？夫至贵无见失必报，受爵非道殃必及。今外戚宠幸，公君造化，汉元以来未有等比。陛下臣仁恩周洽，以清九族
然。陆去公事，正移司门，复车重巡，宁无摧折。而朝臣在位，莫肯正义，悉悉滋滋，更相左附。臣恐威权外假，归之两难。虎意一愤，猝不可制。故孔子曰：“土诸于泽，谁能不寒？”老子称：“国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”此罪安为心好之极，心好戒社稷之生计也。助雷之发生，物皆同应，言无是非者谓之雷同。礼记曰：“无雷同。”左传曰：“君履厚土而待皇天也，助神器为天位也。”老子曰：“天下神器，不可为也。”窦宪出入境中，得信太后，图为杀害。帝知其谋，诛之。邓太后崩，宫人告邓悝、邓弘等取废帝故事，谋立平原王德。帝闻，遂免邓氏为庶人也。著庄子曰：“或聘庄子，庄子谓其使曰：‘子见夫犀牛乎？一以文秀，十以除书。’及其迁而入于太庙，欲为孤独，岂可得乎？此作豚不同也。”著贾谊曰：“燕云前车覆，后车戒也。”著诗小雅曰：“兮兮滋滋，亦恐之哀。”毛传曰：“兮兮然患其上，滋滋然不思称职。”而雅曰：“兮兮滋滋，莫共职也。滋应将喜反。”子与滋古自通。著韩诗外传曰：“吾为虎父役，将非入役，则人而食。夫至不孝之人徒畏，是为虎父役也。”著春秋宝干图曰：“成功大者主威亲，权并足害心好失心好心好己心好兼行，土诸于泽，谁能不寒？欲君之权柄外假，则必尽。” PG 1308。取以为己利，由诸出于泽中，谁能不寒取以为己宝也？土由出也。著老子道经曰：“鱼不可托于泉，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。”和尚公著曰：“利器为泉道也，理国权道，不可以示直视之。”臣夫俭德之功，正存曰节。故文帝爱百金于露台，视为障。于造囊，或有积其俭者，上曰：“朕为天下守财耳，岂得忘用之哉？”至仓谷服而不可食，钱贯朽而不可笑。今自出朕矣来，日月未久，费用赏赐已不可算。敛天下之财，积无功之家。躺葬丹尽，民物雕伤，卒有不余，复当众负百姓，怨叛寄身，为乱可待也。著左侍传鲁大夫遇孙曰：“俭德之功，耻恶之大也。”著文帝常欲坐露台，祭执百金，曰：“百金中人十家之产，何以台为？”遂止不坐。又东方朔曰：“文帝及尚书囊矣，为殿为。习成王之政，周公在前，少公在后，毕公在左，始义在右，四子偕而为之。目见政容，耳闻政言，一日即位，天下旷然，言其法度素定也。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无庶子之左，虽欲重庸，昔至太平，岂可得乎？自去年以来，求遣平庶，
的彻天崩，高岸为谷，修身恐惧，则转祸为福，轻慢天界，则其害弥深。愿陛下亲自劳恤，严谨治私，免求忠贞之臣，诛远宁产之党，损玉堂之盛，尊天爵之重，歌秦玉之欢，罢宴司之好。帝王图籍陈列左右，心存亡国所以失之，见关心亡所以得之，数求害可惜，丰年可招矣。 PG 1309。 注孟子曰：公卿大夫，仁爵也，仁义礼智信，天爵也。书奏不审，而外戚宠臣贤位恶之。延光三年，初为酒泉太守，叛羌迁于其喜敦煌来抄郡界，仆复籍，斩首九百级，羌西几进，威名大振。千金照影，顺帝即位，拜光禄大夫，迁将作大将，损省经用，遂袭四五千万，屡因求义，多所匡正。由是权贵共乌仆及尚书令高唐之等，交通熟托，作简死归家。父被张云仆前与河南张凯等谋反，逮议廷尉及杜真等尚书送之，是的名士促于家。注经长也，注意不齐就传曰：时诏问仆阴阳失序，水旱革病，其设萧复兴计之本。仆上奏臣图书之意曰：汉四百年将有若主，闭门听南之祸，数在三百年之闲。星号宜生，星号星号斗，星号力改现，星号宜，星号行先望至德要道，奉律实敬，亦损奢侈，宣明直朴，以言四百年之难，帝从之。注意不齐就传曰：杜真字孟宗，广汉绵竹人也，少有孝行，习义，春秋宋百万言，兄是同郡嫡仆，仆后辈系玉真上席张旧仆，系玉吃六百，竟免仆难，京师莫不壮之。这元神勾命解古十二篇，注元神气勾命诀，皆孝经纬篇名也。古因古初仆之为大将，上言孝文皇帝始至一经博士，武帝大和天下之书，而孝宣论六经于时渠，学者资甚，弟子万数，光武初兴。 PG 1310。闵其荒废，起太学博士舍，内外讲堂，诸生横向，为海内所及。明帝时辟雍使臣，欲毁太学，太尉赵熙以为太学，辟雍皆夷坚存，故并传至今。而请者颓废，至为原采除木之处，宜更修缮，又进后学，帝从之。仆免后，遂起太学，更开拓房事，学者为仆立碑铭于学云：注武帝建元五年始至五经博士，文帝之时为皇祥序之事。仆知此言，不知何惧。注武帝诏曰：其领礼官劝学，举疑心理，举疑未搜，求疑义，是合天下之书也。注宣帝甘露三年，诏诸儒讲五经于殿中，兼平公羊谷梁同意，上清灵绝焉，时更崇古梁传，故此言六经也。时渠革名，昭帝时博士弟子元百人，宣帝莫增备之，元帝时诏
吾至弟子元以广学者，故言以万数也。应奉自世书，汝南南顿人也。曾祖父顺，字华仲，河地时，为河南尹，将作大将，公廉约己，明达政事。身十子，皆有才学。中子蝶，江夏太守。蝶声称武陵太守，称身奉。驻华侨书曰：华仲少给事郡县，唯立清功，不发私书。举孝廉，尚书郎转右丞，迁冀州刺史，廉职无私。迁东平乡，赏罚必信，吏不敢犯。有子数生于听事世上，是后母至孝，妻以为孝感之应。时窦宪出屯河西，刺史两千石皆遣子弟俸禄。一县县败后，贤被神处，顺独不在其中，由是显明为将作大将。逝世五年，审费亿万。汝南记曰：华仲妻本是汝南邓元一前妻也。元亦复博考为尚书仆射，元亦还乡里，妻刘氏孤甚景，孤增之幽闭空室，结其食饮，雷漏日困，妻终无怨言。后伯考怪而问之，时一子朗年数岁，言母不病，但苦饥耳。伯 PG 1311。考流涕曰：何意亲孤反为此祸，因遣归家，更嫁为华仲妻。仲为将作大将，妻乘朝车出，元亦于路傍观之，谓人曰：此我故父，非有他过，家夫人欲之食库，本自相贵。其子朗时为郎，母与书皆不踏，与衣裳折烧之，母不以介意，亦欲见之，乃至亲家李氏堂上，令人以他辞请朗。朗至，见母再拜涕泣，因起初母追谓之曰：我既死，自为汝家所，我何罪过，乃如此邪？因此遂绝也。奉少聪明，自为童而极长，繁琐经旅，莫不暗记。读书五行并下，为郡爵曹使，刑部四十二县，录囚徒数百千人。及还太守被问之，奉口说罪系姓名，作状轻重，摩索遗托，时人其知。这汉书后续多所数载。大将军梁冀举茂才，著谢陈书曰：奉少为上计吏，许逊为妓院，俱道京师。逊自发乡里，在路昼顿暮宿，所见长吏、宾客、庭长、吏簇、奴仆，逊皆秘书姓名，欲侍奉。还郡出书侍奉。奉云：前时颍川伦氏都亭，亭长胡奴名录，以引将来，何不在书？左中皆惊。又云：凤年二十时，常一鹏城乡元贺，贺时出行，闭门造车，将于内开扇出半面侍奉，奉即委去。后数十年余路，见车将，时而呼之。著元山松书曰：奉右山史记、汉书及汉纪360余年，自汉兴至其时，凡17卷，名曰汉室。先是武陵蛮詹山等4000余人反叛，执县令，屯结连年。赵夏公卿义四府举奉才堪将帅。永兴元年，拜武陵太守。道官未纳，山等皆悉降散。
于是新学校举则漏，正称贬俗，做公事免。 PG 1312。 祝四府解见皇后记。延熙中，武陵蛮妇寇乱荆州，车骑将军冯衮以奉有威恩，为蛮夷所俘，上请与俱争，拜从事中郎，奉秦赦方略，贼破军霸，衮推功于奉，建为司隶校尉，纠举兼为不避豪妻，以严厉为名。著谢陈书曰：时赵奉曰，蛮夷叛逆作难，饥饿放肆，祸中之余，火炽汤尽，当夕桥烂，以刷国耻。朝廷以奉袭守南土，威名波越，故复世续重任。奉之费心，其在于今。赐奉前十万，伯西方惧，金错把刀剑，隔带各一。奉其免之。即邓皇后拜，而田贵人见信，桓帝有建立之意，奉以田氏为鉴，不宜超登后位。尚书谏曰：臣闻周纳嫡女，襄王出居于朕，汉立飞燕，臣弟应似敏爵，母后之重，心肺所因，宜思官虽之所求，远无尽之所计。帝纳其言，尽力斗皇后。著左传襄王将以嫡女为后，复新号臣，新号新号臣，新号谏曰：不可，嫡故贪陵，王又起之，王不从。敌人伐周，襄王出奔。著韩诗外传曰：妇人有五不娶，丧父之长女不娶，为其不受命也，是有恶疾不娶，于天也，是有行人不娶，于人也，乱家女不娶，类不正也，逆家子不娶，废人伦也。及党事起，奉乃慨然以及自退，追敏屈原因以自伤者，感骚三十篇，数万言，诸公多见举，会并促。子少，少字仲远，少读学，博览多闻。灵帝时举孝廉，辟车骑将军何苗远。 PG 1313。 著谢陈书，新号曰：新号应世普并云，字仲远，续汉书文士，传作仲元，汉官仪又作新号仲，新号怨，谓之熟士。中平二年，汉阳贼边章韩遂与羌胡为寇，东侵三府时，遣车骑将军黄甫嵩西讨之，嵩请发乌桓三千人，北军中后邹靖上言乌桓西弱，宜开幕鲜卑，是下四府大将军怨韩卓义，以为乌桓兵寡，而与鲜卑视为仇敌，若乌桓被发，则鲜卑必袭其家。乌桓闻之，当复弃军还旧，非为无益于时，乃更举三军之情。邹靖居境边塞，究其太诈，若令靖牧鲜卑轻骑五千，必有破敌之效。少伯之曰：鲜卑隔在漠北，犬羊为鱼，吾君常之帅，卢洛之居，而天性贪暴，不拘信义，故数犯帐塞，且无宁遂为至护婆，乃来弥服。苟欲中国争祸，非为魏威怀德，既祸士卒，炫种为害，是以朝家外而不内，盖为此也。往者匈奴反叛，度辽将军马叙、乌桓校尉王元发鲜卑五千余骑，
又武威太守赵充义律鲜卑征讨叛羌，斩获丑虏，计不足言，而鲜卑愿意，多为不法，才以军令，则奋力作乱，至遇小缓，则戮掠残骸，劫居人，超商旅，但人牛羊，掠人兵马的赏计多，不肯去，复欲以物买铁，边疆不听，便取坚帛具欲烧之，边疆恐怖，为其反叛，辞谢抚顺，无敢拒为。今脚扣未舔，而羌为惧害，如获智毁，其可追乎？臣愚以为可慕陇西羌胡首善不叛者，减其精勇，多其劳赏。太守李参审竟有谋，必能插力的其死力，当思见萧之略，不可仓卒忘也。韩卓父与少相南返父，于是召百官大会朝堂，皆从少议。后汉书1314，筑巢家有国家也。公羊传曰：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也。筑牢，秉食也。或作牢，牢公也。三年，举高帝，在迁。六年，拜泰山太守。初平二年，黄金300,000西入郡界。少纠律文武连与贼战，前后斩首数千级，获牲口老弱万余人，辎重2,000两，贼皆退烂，郡内已安。兴平元年，前太尉曹嵩及子德从郎协入泰山，少遣兵迎之，未到，而徐州牧陶谦素愿嵩子操数及之，乃使轻骑追嵩德，并杀之于郡界。少谓操诛，弃郡奔冀州牧袁绍。初，安帝时和贤人引赐颍川人史玉皆作杀人当死，赐凶。初即御母君并议官曹求待其命，因义而误故。尚书陈忠以罪疑，从轻，亦活赐御。少后追薄之，据证典型，有可存者。其意曰：尚书称天治有礼，五服五章哉？天讨有罪，五行无用哉？而孙清亦云：凡治行之本，将以尽报恶，且成其末也。凡爵列官至赏庆行威，皆以类相从，始当其时也。若得不复位，能不称官，赏不酬功，刑不应罪，不降莫大焉。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刑，此百王之定制，有法之成科。高祖入关，虽上曰法，然杀人者死，亦无宽降。夫时化则刑重，时乱则刑轻。书曰：刑罚时轻时重，此之谓也。著犯化之罪故重，犯乱之罪为轻。今赐御公以轻时事其思汉，祖兵安忍，将师道路朝恩在宽，幸至东域，而出军于卷，妄自投笔，袭赵乎卿死子，纠之难。而孔子曰：今于勾读，人莫知之。朝氏之父非错克郡，遂能自允其命。班固亦云：不如赵母止阔以全其宗。 PG 1315。 传曰：仆妾感慨而致死者，非能义勇，故无虑耳。夫行伐威欲，以类天之正要杀戮也。温慈和惠，以放天之生殖常欲也。是故春一草枯则为求，
秋一木华亦为义。金沙无罪之初，君而活当死之次欲，其为枯华，不亦然乎？臣终不祥至行之本，而信一时之人，遂广引八亿求生之端。夫亲故贤能功贵，秦兵岂有次欲当罪之科哉？若乃小代以秦原心定罪，此为求生，非为待死可以生也。败法乱政，毁其可追。少凡为博弈三十篇，皆此类也。著祖是也。左传曰：颤周欲祖兵而安忍。著赵乎其大夫。子纠其相公之庶子也。子纠与小白争国，子纠被杀，赵乎其父也，遂死之。论语孔子论赵乎曰：岂若匹夫，匹夫之为亮也，自今于钩毒而莫知之也。著前书错为御史大夫，改更律令，诸侯喧哗。错父闻而非之，曰：刘氏安而是为矣。遂饮药而死。史记曰：赵母赵将马服君赵奢之妻，赵括之母也。奢死，赵欲以括为将。母谓赵王曰：王以为括如其父，父子一心，愿王勿遣。王曰：吾既决矣。括母曰：王中将之，即有不称，且得无随乎？王许诺。即括败，王以母先言，竟不诛也，而班固引之矣。为错赞辞。著言仆妾之至死者，故犹无纪律耳。与见史记栾不传赞也。著左传正大夫游吉之词。著周礼小司寇执政司农曰：卿宗室有罪先请也。故PG 1316未救之也。贤未有德行者，能未有道义者，功未有大勋也。鬼未若今莫受，有罪先请也。秦未憔悴国事，兵未二王后。著左传曰：小大之欲，虽不能察，必以秦原心定罪，解见或虚传也。又删定律令为汉仪，建安元年乃奏之曰：夫国之大事，莫上宰吉。宰吉也者，决贤疑，明是非，赏刑之疑，允或决中，彼后之人永为奸焉。故交星号东，星号星号西，星号相董仲舒老病致仕。朝廷每有正义，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，问其得失。于是作《春秋决域》232事，动以经对，言之详矣。逆臣董卓，荡父王室，点献焚燎，米有节仪，开辟以来，莫获资苦。今大驾东迈，巡省许都，拔出险难，其命维新。陈累世受恩，容作风眼，切不自愧，贪少云补，折传巨律本章句上书，就是廷尉板令爵士比利司徒都牧五曹诏书及春秋段玉凡250篇，捐去负重，为之结文。又及博弈30篇，以类相从，凡82事。其见汉书25汉纪4皆删序润色，以全本体。其26博采古今，因伪之事，文章换柄，得意可观。其27成所创造，
其意自谓必合道中，心焉愤意了以棘手。习正人以干属为仆，欲之于周，送于夫一宝宴食，提食众。夫因之者掩口如狐而笑，斯文之足，吾乃泪沾。左氏时云：虽有机将司麻，不弃憔悴兼蒯，盖所以待愧也。是用敢漏顽才，策于明哲之末。虽未足刚济国体，宣洽实庸，属己观察，增产甚听。唯因万机之余暇，犹亦省懒焉。献帝善之。著《礼记》曰：夫礼者，决贤疑，明是非。PG 1317。著《事件前书》。著或有也。著司徒及丞相也。总领纲纪，左礼万机，故有都牧。臣帝初至尚书员五人，汉旧已有常侍曹两千，十曹护曹主客。曹三公曹也。著父因父，众因直容反。著及东关记。著亦因乌西反。亦由是也。著及因自业反。著引文子曰：郑人谓欲为浊者为仆，周人谓属为蜡者为仆。周人欲郑甲，人曰：欲买仆乎？郑甲曰：欲之。出仆视之，乃属也，因谢不取。战国策亦然。今此乃云：郑人以干属为仆，便与二说不同。此云干属，彼云为蜡，是又差喘。却子曰：送之于人的宴食无台之东，归而藏之，以为大宝。周客闻而观之，主人复斋七日，端冕之衣，信之以特身，革愧食众，提金食席。客见之，免而掩口如狐而笑曰：此宴食也，与瓦辟不殊。主人复怒曰：商贾之言，秋将之心，藏之月固，守之弥谨，瞻之也。因袭提赤色增也。楚辞曰：袭因衣袭提，谓先民之衣。著左传曰：诗云：虽有司麻，无兼蒯；虽有机将，无交瘁。凡百君子，莫不待愧。杜著云：亦师也。机将，大国之女。焦瘁，陋见之人。焦瘁乔星号，瘁星号，星号瘁星号，古字通。二年，赵拜少为袁绍军谋校尉，使使迁都于许，就张英梅书记罕存。绍慨然叹息，乃坠及所闻者汉官礼仪故事反朝。PG 1318。廷制度，百官点事，多少所立。初，复奉为司隶时，并下诸官府郡国，各上前人相赞绍，乃连缀其名，录为状人记。又论当时行事者，中汉集序撰封俗通，以便物类名号，是时俗嫌疑。文虽不典，后世服其洽文。凡所著数百三十六篇，又集解《汉书》，皆传于时。后卒于业，弟子杨渠并以文才称。著《华侨书》曰：少帝寻，字季于，司空院寻生阳。谓至曰：杨字得脸，杨帝渠字修脸，贤以文章显也。中兴初，有应遇者，生四子而寡。
见神光照射，试探之，乃得黄金。自是诸子患学，并有才名，至阳七世通显。祝应顺将作大将，子蝶将下太守，蝶身称武陵太守，称身奉从事中郎，奉身少车骑将军院少帝巡司空院，巡子阳曹操辟为丞相院。霍须字叔至，魏郡邺人也。少为诸生名经，有人巫须酒。宋光于大将军梁商者，以为望堪张文作戏洛阳赵玉略考困。即须十年十五，奏计于商曰：“将军天父厚恩，敏救光渊杰，前者温教许为平易，虽未下立断绝其事，以蒙神明故审之听。皇天厚土，实闻得音。且读踊跃，私自庆幸。须闻春秋之意，原情定过，涉事诸意，故许。只虽弑君而不罪，赵盾以纵贼而见书。此仲尼所以垂王法，汉室所依尊前修也。传曰：人心不同，譬若其面。思盖为大小与龙丑美之形，至于鼻目犀翘毛发之状，未有不然者也。 PG 1310。 情之义者，刚柔疏及俱进之贤，至于趋利避害，为死乐生，以父君也。须与光骨肉亦有相隐，言其冤烂未必可量，且以人情评论其理。著许止，许道公之子名止也。公羊传曰：东葬许道公，贼为讨何以书葬，不成乎事也。许道公是指禁药而杀，是以君子家事焉。葬许道公是君子之赦止，赦止者免止罪之词也。何修著云：原止欲越父之病，无害父之意，故赦之，是原情定过也。又曰：晋史书赵盾是其君。赵盾曰：天乎无辜，无不弑君。太史曰：尔为人为义，人杀尔君而不讨贼，此非弑君如何？此赦是诸义也。著左传正子产卫子皮曰：人心不同，譬如面焉。吾岂敢卫子面如无面乎？光衣冠子孙，进入平邑，未及周郡，日望真辟，亦无暇会欠戒之类，无故刊定诏书，欲以何名？旧有所疑，当求其变安，岂有处冒死祸，以解细为辟由僚机于父子，只可于朕读。未入肠胃，以绝咽喉，岂可为哉？习东海孝父见往不孤忧，灵感格天应哭喊。光之所作情迹可原，守却连年而终不见礼，忽皆子宫之门，气血两关之下，伤何至哉？为害之审，凡事更设令，不应复案。夫以罪行明白，尚蒙天恩，岂有冤谤无真，反不得理，是为行又正罪，路家乌青也。不偏不党，其若是乎？明将军得胜未尊，人臣无二，言行动天地，举措宜阴阳，臣能留神，沛然小察，必有愚公高门之福，何其利应天下幸甚。 PG 1320。 诸位尊依长者，
摩所归求也。注史记苏秦曰：畸人之所以畸而不食污秽者，以其月充腹而与饿死者同患也。父子污秽，跟同而壮异也。注前书曰：东海有孝父，少寡无子，养孤甚谨，孤欲嫁之，终不肯。孤告魁人曰：孝父养我勤苦，我老，酒泪丁壮，乃自今死。孤女告立曰：父杀我母。立宴之极，孝父自乌服，具御上府，太守竟论杀父。郡中哭喊三年。后太守至，自祭孝父墓，天立大雨，遂熟。祝天有子为公，是上帝之所居也。王者立功，相而为之。两官未却也。祝于公，东海人，为郡绝曹，绝玉平。其闾门坏，父老共修之。于公曰：少高大闾门，令戎驷马盖车。我绝玉多有应得，子孙必有心者。至子定国为丞相，孙永御史大夫。商高须才智，即为奏元光罪，由是显明。世俊举孝廉，稍迁京城太守。姓明达读后，能以恩信化。又书俗，甚为羌胡所敬服。遭母忧，自上归行丧。夫阙公车真在迁北海乡，入为尚书仆射。是时大将军梁冀贵妻秉权，自公卿以下莫敢为伍。须与尚书令尹勋述奏其事，又因必见臣闻罪失。即祭诸后，桓帝加其终结，封业都亭侯，前后故让不许。初为河南尹，迁司隶校尉，转少府廷尉、促官。子喜安定太守。元延字季平，陈留外黄人也，清苦好学，能通经教授。醒直律，少言辞。县令陇西牛树好事之人，乃礼请言为庭院，反单为公曹，濮阳前为主簿，常共言谈而已。后令使昭以为乡色夫，人化大行，人但闻色夫，不知郡县。在世二年，州府里 PG 1321。请不久，桓帝时征博士、太尉杨炳等举贤良方正，再迁为侍中。住濮阳，姓也。帝由上林苑从容问言曰：正何如主也？对曰：必下为汉中主。帝曰：何以言之？对曰：尚书令陈蕃任是则化，中常侍黄门遇政则乱，是以知陛下可与为善，可与为非。帝曰：习诸云亭折兰剑，今世中面称朕为晋文阙，以拜武关中郎将，转长水校尉，迁为郡太守，真拜大鸿胪。注前书曰：齐桓公管众相之则霸，树雕斧之则乱，可与为善，可与为恶，是谓中人。注朱云自由。臣帝时尚书求见曰：今朝廷大臣，上不能匡主，下无以一人，臣愿赐上方斩马，断佞臣一人，以立其余。上问曰：谁也？对曰：安昌侯张宇。上大怒曰：小臣挺辱师父，罪死不赦。御史将云下云殿见折。云呼曰：
臣得从龙逢彼干由，于地下足矣，未知朝廷如何耳。上意乃解，及后当修建。上曰：勿意，因而及之，以今执臣。帝以言如深，常特厌见。时太史令上言客心经帝作，帝密以问言。言因上封事曰：臣闻天子尊吾为上，故天以为子。为临臣庶，威重四海。动静以理，则心诚顺序；亦有邪僻，则诡度错为。陛下以河南引邓万有龙潜之咎，封为通侯，恩重公卿，惠封宗室。嘉请引荐，与之对驳。上下 PG 1322。亵渎，有亏尊严。臣闻之，帝左右者，所以资政得也。故周公戒臣王曰：其朋其朋，言甚所欲也。习宋敏公与强臣共薄，列妇人于侧，讥此无礼，以致大囚。武帝与信臣李延年寒，焉痛卧起，尊爵重赐，情欲无厌，遂生骄淫之心，行不义之事。促延年被戮，焉服其孤。夫爱之则不觉其过，恶之则不知其善，所以事多放滥，物情深怨。故王者赏人必酬其功，爵人必争其德。善人同处，则日闻家训；恶人从游，则日生邪情。孔子曰：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。邪臣祸君，乱窃为主，以非所言则悦于耳，以非所行则万于目，故令人君不能远之。仲尼曰：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，近之则不逊，远之则怨，盖圣人之名戒也。习光无皇帝与炎光俱寝，上天之意，其系极见。夫以光武之圣德，炎光之高贤，君臣何道？上将此变，岂况陛下今所轻信，以贱为贵，以卑为尊哉？为陛下远谗于之人，纳简简之事，除左右之权，勿宦官之弊。使积善日稀，宁恶消殄，则干求可除。帝审其奏，因以病自上，其骸骨还家。灵帝复特征不行，病促著尚书周公戒臣王曰：如子其朋，如子其朋，甚其往。著公扬经书，宋万世其君节。传曰：宋万常与鲁庄公战，或于庄公，归舍诸公中数月，然后归之。与宋敏公薄，妇人在侧。万曰：甚以鲁侯之书，鲁侯之美，天下诸侯以为君者为鲁侯耳。敏公惊此妇人，妒其言，故曰：此鲁也。鲁侯之美恶乎至，万怒，薄敏公，绝其斗。著李延年，中山人也，身及父母兄弟皆故畅人也。武帝时，延年女帝的姓，号曰李夫人。延年善歌舞，为协律都尉，配2000石应绶，与上卧起。帝既与中人乱，出入交恣，上遂诛。PG 1323。延年兄弟韩嫣，韩王姓之曾孙也。武帝为王时，与嫣相爱。后为至上大夫，赏赐拟邓通，与上卧起，出入永相，以兼文备。诸
著真名也。著《论语》孔子曰：有直，有量，有多闻，亦已，有辨辟，有善柔，有辨佞，损矣。著是见一人传。著西广也。子季白马令亦称善事。著谢陈书曰：心自济。徐求字孟玉，广陵海西人也。父书度辽将军，有名于边。求少博学，辟公府，举高第，稍迁荆州刺史。时董太后解子张忠为南阳太守，因义放滥，赃罪数亿，求临当之部。太后遣中常侍以中属求，求对曰：臣身为国，不敢闻命。太后怒，拒真忠为司隶校尉，以相威临。求到州，举奏中臧于一役，使冠军献上布衣大司农，以张报其事。又奏五郡太守及属县有赃污者，悉真按罪，威风大行。中平元年，与中郎将朱喜及黄金贼于宛，破之。张忠愿求，与朱燕官构造无端，求遂以罪真，有破贼功，得免官归家。后再真迁汝南太守，转东海乡，所在化行。著求因仇。著谢陈书曰：书字伯敬，宽裕星号传，星号星号伯，星号学，习梦。PG 1324。释义：春秋公杨传，礼记周官，善宋太公六韬，交接英雄，常有壮志。著元山松书曰：求少吕清高，历朝正色，称杨后晋，唯恐不及。献帝谦许，以廷尉真，当义经师，道为袁术所劫，受求以上公之位。求乃叹曰：公甚，报宣独何人哉，守之必死，术不敢逼。术死君破，求得其道国喜，即还许上之，并送遣所甲汝南东海二郡应受。司徒赵温谓求曰：君遭大难，犹存此邪？求曰：习苏武困于匈奴，不对七尺之节，况此方寸应乎？著公甚自君兵，楚人也，好学明经，哀帝时为光禄大夫，起骸骨。王莽即位，遣使以上清真，甚不时而死。鲍宣字子都，渤海人也，哀帝时为司隶校尉。王莽辅政，诸汉忠臣不复己者，宣及何武等皆死。著忏弘曰：秦以前已经欲迎为方寸喜，秦以来天子独称喜，又以欲于夏末的用。其欲出蓝田山，提示李斯书。其文曰：受命于天，既受永昌，号曰传国玺。汉高祖定三秦，子婴献之，高祖即位，乃配之。王莽篡位，救元后求玺，后乃出以头的，上吃一角缺。及莽败时，人戴玺服，渡吴杀莽，不知取玺，公兵就斩莽首，并取玺。根使将李松送上根使赤眉至高陵，根使奉玺上赤眉。建武三年，彭子奉以上光武，孙坚从贵阳入洛讨董卓，军于城南，见井中有五色光，军人莫敢及。
兼乃俊的喜。袁术有见道义，乃居兼妻求之。术的喜，举以相肘。魏武谓之曰：“我在，不听汝乃至此。”时求得而献之。PG 1325。后拜太常，使持节拜曹操为丞相。操以相让求，求不敢当。卒于官。论曰：孙毅以高明见计，而受欺于阴计，敌仆资绝术取通，而终之以简谏。起信至自有周篇，先后之要书度乎？应是其事。才闻而奉少采张为甚，即撰著篇集真迹一之，虽云小道，亦有可观者焉。言求应对辩证，而不兴好，可兴好犯临上之由思，故辞之不可以已也。著左氏传孔子曰：辞之不可以已也，如是夫。子产有辞，诸侯赖之。赞曰：阳中礼法，华阳有闻。二应客聪，一表如喷。敌仆诈意，或须请救。言能结地，求义无后。注益州，古凉州之语。尚书曰：华阳黑水为凉州。孔安国注曰：北据华山之阳，南据黑水，故常取属是耳，谓之华阳国治焉。注郑玄注周礼曰：水涯曰喷。PG 1326。《后汉书》卷49。王充王福仲长统列传第39。王充字仲任，会稽上虞人也，其先自谓郡元臣喜焉。充少孤，乡里称孝。后到京师，授业太学，师事扶风班彪。好博懒而不守章句。家贫无书，常游洛阳市肆，月所卖书，一见折。能诵义，遂博通西流百家之言。后归乡里，平居教授。是郡为公曹，以数见真不合去。著元山松书，充又聪朗。义太学，观天子临辟雍，左六如论。充好论说，实若诡异，终有理实。以为俗如守文，多失其真，乃闭门前思，绝庆调之理，互有墙壁各置刀笔。著论衡八十五篇，二十余万言，是物类同义，证实俗嫌疑。著元山松书曰：充所作论衡，中途未有传者。蔡邕入吾始得之，衡密完以为谈著。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，又得其书，即还许下，时人称其才尽。或曰：不见一人，当得一书。问之，果以论衡之意，由是遂见传焉。鲍甫子曰：时人嫌蔡邕的一书，或搜求其帐中隐处，果得论衡，抱数卷持去。雍丁应之曰：唯我与尔共之，勿广也。刺史董秦辟为从事，转至中。PG 1327。自勉还家，有人同郡谢仪吴尚书见充才学，肃宗特召公车真，并不行。年见七十，智力衰耗，乃造养。信书十六篇，才竭嗜欲，遗神自守。永元中，并卒于家。著谢陈书曰：仪吴见充曰，充之天才，非学所佳。虽前世孟可、孙卿、
晋汉杨雄、刘向、司马迁不能过也。王福为元祖姓，安定临津人也，少好学，有志操，与马融、斗张、张衡、崔苑等友善。安定俗笔数聂，而福无外家，为乡人所见。自和安之后，事物犹患，当涂者更相见隐，而服毒耿介不同于俗，以此遂不得深进。志意运愤，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，以讥当时诗的不欲彰显其名，故号曰前夫论。其旨节时短，讨嗔悟情，足以观见当时风阵，这其五篇云耳。著何修著公羊传云，聂见也。注解：公也，吞则也。贵中篇曰：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，皇天之所爱欲者人也。今人承受君之重位，慕天之所爱，焉可以不安而立之，养而继之哉？是以君子任职则思利人，达上则思敬贤，故居上而下不怨，在前而后不恨也。书称天公人其待之，王者法天而见官，故民主不敢以私受，忠臣不敢以虚受。窃人之财犹未之道，况偷天官以私己乎？以罪犯人，必加诸罚，况乃犯天，得无咎乎？夫五星号，是星号星号代星号之臣，以道事君，则及草木，人被绿土。是以福作流眼，本之百事。既是之臣，以谄媚主，不思顺天，专仗杀伐，白起蒙恬，秦以为公，天以为贼。 PG 1328。媳夫董贤，主以为忠，天以为道。亦曰：德薄而位尊，智小而谋大，先不及矣。是故德不称，其祸必酷；能不称，其殃必大。夫窃位之人，天夺其见，虽有明察之资，仁义之志，一旦富贵，则被亲捐救，丧其本心，护骨肉而轻便。辟薄之有而后犬马，宁见朽冠千万，而不忍待人一钱，情之激素腹仓，而不忍待人一斗，骨肉愿望于家，系人谤毒于道。前人已败，后珍惜之，臣可伤也。著尚书就咒魔曰：王旷恕官，天公人其待之。孔安国著云：言人待天理官，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也。又曰：明王奉若天道，建邦社都。孔安国著云：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，皆有尊卑相正之法，言明王奉顺此道，以立国社都也。著左传戒之推曰：窃人之财犹未之道，况贪天公以为己利乎？著五代魏唐虞夏殷周也。著诗大雅曰：文王孙子，本之百世。著史记曰：白起为秦将，与赵战于长平，坑赵卒四十五万人。蒙恬为秦将，北逐戎狄，筑长城，起临洮至辽东，延袤万余里，此为虐于人也。著媳夫公字子为，哀帝时，告东平王云氏，封以陵侯。董贤字慎卿，得姓哀帝，为贤起大帝于北阙下，封为高安侯。
注意系辞之言。著《论语》孔子曰：“臧文仲其妾位者于左传进不言曰：‘国必亡矣，天夺之见而益其极也。’”杜预注云：“见所以自赵也。” PG 1329。历官前正贵人之用心也，与婴儿子其何异哉？婴儿有常病，贵臣有常祸，父母有常失，人君有常过。婴儿常病，伤于宝也；贵臣常祸，伤于宠也。哺乳多则身贤病，富贵甚而至交疾。爱子而贼之，骄臣而灭之者，非义也。及其法者，乃有仆死生劳，衔刀兜婆，岂非无功于天，有害于人者乎？夫鸟以山为皮而增巢其上，鱼以泉为浅而穿穴其中，促所以得者耳也。贵妻愿其宅极而至为令名，欲其门间而造作铁书，促其所以败者，非苦尽计少而门书朽也，常苦从财货而行交见耳。铸诏将李牧为韩仓所赠，赐死。将自诛，必短不能及。衔刀于铸以自杀。见《战国策》。铸岑子之文也。意见大代理。不上顺天心，下欲人物，而欲任其私志，窃弄君威，反利天地，欺侮神明。居类卵之为，而图泰山之安，为朝露之行，而思传世之功，岂不祸哉？岂不祸哉？著朝露言亦尽也。苏子曰：“人生一世，若朝露之托于同业耳，其与几何？”扶持篇曰：“王者以四海为家，召人为子。一夫不耕，天下受其饥；一父不知，天下受其寒。今举俗舍本农，驱商贾，牛马车舆，田塞道路，有守为巧，充盈都易。物本者少，服食者稀。商议异议，四方市集。金茶。” PG 1330。洛阳自末业者十余农夫，虚伪有守十余末业，是则一夫耕，百人食之，一妇桑，百人衣之，以一奉百，孰能攻之？天下百郡千县，婆亿万数，类皆如此。本末不足相攻，则民安得不饥寒？饥寒并至，则民安能无奸诡？奸诡繁多，则吏安能无严酷？严酷数家，则下安能无仇怨？仇怨者多，则就争并争，下民无聊，而上天降求，则国为矣。著文子曰：“神农之法曰：丈夫丁壮不耕，天下有受其饥者，妇人当年不知，天下有受其寒者，故其根不强者，无以养生，其枝不立者，无以依行。著有守为巧谓雕漏之属也。著诗商颂文也。郑玄著云：即中也，亦亦然可则所，乃四方之中正也。夫平生于富，若生于强，乱生于化，为生于安。是故名王之养民，忧之劳之，教之惠之，甚为防蒙，以断其邪。故亦每节以制度，不伤财，不害民。七月之师，大小教之，终而复始。由此观之，
人故不可自也。助富而不竭则贫，强而骄人则弱，居礼而不修德则乱，事安而不慎为则为矣。助节以制度以下，并节卦彖辞也。郑玄注云：空腹脏则伤财，利益繁则害人，二者奢泰之所至。注七月，失兵锋也。大卫耕桑之法，小卫所逃之类，自春及冬，终而复始也。 PG 1331。 今人奢衣服，耻饮食，是口舌而习钓妻，或以谋奸合刃为业，或以油薄持眼为事。丁夫不服狂除，而怀顽携旦携手上山遨游，或好取土作玩卖之，外不足欲扣道，内不足尽数却，或作泥车瓦狗诸戏弄之具，以巧诈小儿，此皆无益也。助何任为相合为任侠也。助伯为六伯，眼为一前也。前书或直传曰：又况绝一伯，眼犯奸臣父也。诗次不羁其麻，婆也婆娑。又妇人不修中馈，修其残之而起学巫祝，鼓舞士神，以欺巫戏民，迎惑百姓妻女。羸弱疾病之家，怀忧愤愤，亦为恐惧，致使奔走辨识，去离镇宅，崎岖路侧，风寒所伤，奸人所利，盗贼所终，或增或重岁，至于死亡，而不知巫所欺物，反恨是神之晚，此妖妄之甚者也。注师成风也。婆娑武往，为妇人于婆中歌舞以示神也。注一家人卦六二曰：在中馈贞吉。郑玄注云：中馈九十也。师大雅曰：父无公事，修其残之，或刻画好增，以书注辞，或虚饰巧言，悉至弗作，或迷折精彩，令广分寸，或断节息缕，绕带手腕，或裁切起弧，达至陈帆，皆单费百间，用功千倍，破劳为伟，以易救难，作十家故消损白日。夫山林不能给野火，江海不能食漏爬，皆所一境也。助损或作捐。 PG 1332。 习孝文皇帝公衣一题，革系为带，而今京师贵妻衣服饮食车于卢地，奢过王制，故亦甚矣。且其徒欲仆妾皆服文祖彩蝶，锦绣起丸，格子深月，永中女布，西向珠玉，琥珀橘帽，石山隐士，金银错漏，穷极利迷，转相夸渊。其嫁娶者，车平数里，提为尽道，其奴侍同，家鼓并饮。妇者尽欲相过，贫者耻其不逮，意想之所废，破终身之业。故者必有命，然后乃得一增私而乘车马，今虽不能复古，宜令系名，略用孝文之志。注前书音译曰：义造也，体增也，注叠及经叠不也。注说文曰：起文增也。前书曰：其俗作兵丸，子戏称也。沈怀远南越志曰：交布之品有三，有交布，有竹子布，又有革烟，虽经粗之书，皆同出而异名。杨雄属
都赋曰：不择蜘蛛作丝，不可见讽，永中黄润，一端树精。盛弘之荆州纪曰：子规献事多悠闲，其女敬之不至数十身。今永州俗游乎共不为女子不也。注广雅曰：琥珀珠也，深地中，其上及旁不生草，深者八九尺，出时如桃胶，凝坚乃成，其方人以为枕。出祭兵，即大秦国。吴禄曰：橘茂似龟而大，出南海，山石未隐，岂为山石之文也？注郭景淳注子虚赋曰：差夸也，渊与差通也。注仓颉篇曰：平一车，平因薄丁反，又不田反。注尚书大传曰：古之帝王者必有命，人能尽常矜孤，取舍好让者，命于其君的臣是车平马衣文锦，未有命者，不得衣，不得臣，臣衣者有罚。PG 1333。古之葬者，后衣之以新，葬之终也，不封不树，丧其无数。后世圣人亦之以棺椁，桐木为棺，革彩为笺，下不及泉，上不泄臭。中世以后，转用丘子怀伯春初之属，各因方土材用交漆，使其坚足饰，其用足刃，如此而已。今者京师贵戚，必欲江南阮子豫章之墓，边远下土，亦近乡放所。夫阮章豫章所出疏远，伐之高山，引之穷谷，入海沉怀，逆河溯落，工匠雕刻，连累日月，会稀而后动，多牛而后至，重且千斤，攻将万夫，而东至乐浪，西达敦煌，费力伤农于万里之地。古者墓而不焚，终是焚而不重，仲尼丧母，夷高四尺，欲宇而崩，弟子请修之，夫子泣曰：古不修墓，及礼也死，有官无志。文帝葬芷阳，明帝葬洛南，皆不葬珠宝，不起山林，墓虽卑而得最高。今京师贵戚，郡县豪家，生不及养，死乃重丧。或至金缕玉匣，阮子骈多埋珍宝偶，人车马，造起大仪，广种松柏，庐设祠堂，物重华池。暗号毕之灵，南陈之仪，周公非不忠，岑子非不孝，以为裸君爱父，不在于聚财，扬名显亲，无取于车马。习晋灵公多富以雕墙，春秋以为新号，非新号新号，不新号君。华元乐举厚葬文公，君子以为不臣，况于于斯世数，乃可见尺竹上，过天道乎？注意戏词之言也。注诗子曰：与之丧法，死于林者葬于林，死于泽者葬于泽，同棺三寸，至丧三日。墨子曰：舜奚教乎其戎道，死葬南八之中，一清三岭，款木之官，隔以兼之，采油满也，兼树也。注软因乃豆反，见皮仓而雅曰：利软因而主云，软似胡而必小，恐非棺椁之用。豫章即章木也。 PG 1334。注孔子合葬母于房曰：吾闻之，
古也木而不焚。于是封之重四尺。孔子先反，门人后，与甚至。孔子曰：“尔，来贺耻也。”曰：“房木崩。”孔子泫然流涕曰：“吾闻之，故不修木，见礼记也。”著县名，属京兆。文帝后改曰霸陵。著毕，周文王、武王葬的也。司马迁云：“在号东南渡中，吴坟陇在今咸阳县西北。”孔安国著《尚书》云：“在长安西北，南陈山，曾子父所葬，在今宜州费县西南也。”著《左传》：“晋灵公不均，后脸以雕墙。”杜预著云：“不均，失君道也，雕化也。”著《左传》：“宋文公卒，始后葬，用圣炭，一车马，使用。”训：“至有四阿，官有汉贵。”君子谓华元：“乐举于事不成，是君于恶也。”著《前书·贡语》曰：“今大夫见诸侯，诸侯见天子，天子过天道，其日久矣。”时贡篇曰：“国以贤兴，以产衰，君以忠安，以宁为。此古今之常论，而时所贡之也。然衰国为君，既种不绝者，岂时无忠信正直之是哉？臣苦其道不得行耳。夫时不知贤，必有茂草，时势之意，必有忠信。是故乱应有三人，小颤多君子。今以大汉之广土，市民之繁庶，朝廷之清明，上下之修正，而官无善吏，位无良臣，此岂时之无贤，量有取之乖时。夫至道者少欲，逐俗者多愁，是以朋党用私，背时趋华，其共事者不复依其直干，准其才行，但虚躁身欲，妄生羽毛，略计所举，遂窃二百，懒察其状，则得谋言，染祥和绝能，则先及中人，皆总务升官，自相推达。夫士者贵其用也，不必求备。故四有PG 1335。虽美，能不相兼。三人其志，事不一节。高祖左命，出自王秦、光武的事，一资报莽。况太平之时，而云无事乎？著说怨曰：“时不知则，必有芳草。”论语曰：“时事之义，必有忠信也。”著乱因为纣时也。三人，箕子、微子、比干也。左传：“吾既札事颤，越渠怨，使苟，使公子荆、公叔发、公子朝。”曰：“颤多君子，未有患也。”又臧宣书曰：“颤之于晋，不得为次国。”杜预著云：“春秋之时，以强弱为大小，颤虽侯爵，犹为小国。”著《尚书》大传孔子曰：“文王得四臣，丘邑得四友，魏回也为虚父，次也为奔走，师也为先后，友也为御侮，其能各不同也。夫明君之兆也若身，忠臣之和也如响，长短大小，轻浊急徐，必相应也。且公欲以时，喜经以言，浊景以余，患不已恢。夫物固有以见礼贵，以丑化好者矣。智者气短取长，以智
其功。今使共事必合以时，其有小疵，勿强依事。出处莫语，各因其方，则萧、曹、周、韩之伦，何足不至？吴、邓、梁、窦之属，气种可呆。孔子曰：“未之斯也，夫何远之有？”注诗小雅曰：“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今之金工发金色者，皆淬之于盐水焉。”注一是为装饰以成其过也。一因于气反。PG 1336。爱日篇曰：“国之所以为国者，以有名也；民之所以为民者，以有谷也；谷之所以丰植者，以有民工也；工之所以能建者，以日立也。化国之日疏以长，故其民闲暇而立有余；乱国之日促以短，故其民困务而立不足。疏长者，非为息和安行，乃君民民尽而立有余也；促短者，非为分度损减，乃上按下乱，力不足也。”孔子称既述则复之，既复乃教之。是故礼义生于富足，盗窃起于贫穷，富足生于宽狭，贫穷起于无日。圣人生之利者，民之本，国之基也，故勿审徭役，使之爱日。是以徭赤息和，轻若昊天，尽受民时。民地时，公车以返之日，不受章奏。帝闻而怪曰：“民废农桑，远来易阙，而复居矣。晋冀岂为政之义乎？”于是遂捐其志，令渊民养息申宿，而令常以神自处，百姓废农桑而趋府庭者，相续道路，非朝不不得通，非义气不得见。或连日累月，更相沾事，或转请邻礼馈粮应对，遂功既亏，天下岂无受其饥者乎？注西河日也。山海经曰：“东南海之外，甘水之咸，有西河之国。有女子曰西河，方浴日于甘泉。西河者，地郡之。”七是生十日。郭璞注曰：“西河盖天地，始生日月者也。”注《洛书真要度》曰：“凡周天365度四分度之一，一度为1932里。日一日行一度，月一日行13度19分度之一也。”注《反反之日》，用月朔为正。虚亥朔一日反之，申酉朔二日反之，午未朔三日反之，辰巳朔四日反之，寅卯朔五日反之，子丑朔六日反之。见阴阳书也。 PG 1337。注南见如神也。注说文曰：“不为日加生时也。”今为不字也。孔子曰：“听讼无由人也。”从此言之，中才以上，足矣。屈直，相庭不立，亦有任决断者，而类多往屈，盖有故焉。夫礼直则是正而不饶，是屈则谄易以行求。不饶故无恩于利，行求故见思于法。若是有反复，利应作之，利以应作之故，不得不往之于庭。以雷鸣之少荡，而与豪利对讼，其义的无屈乎？现成立言，故与之同。若是有反复，现义应作之，现以应作之故，
而排之于郡，以一民之亲而与一县为讼，其礼岂得生乎？事有反复，郡亦作之，郡以共作之故而排之于州，以一民之亲与一郡为讼，其事岂获胜乎？既不肯理，故乃愿议公府。公府复不能察，而当言以日月。平弱者无以况寻，强富者可盈千日。礼讼若此，何往之能理乎？正是怀怨结而不见信，华丽重奸诡而不被作，此小民所以益清苦，而天下所以多困穷也。助信读曰：深且除上天感痛至求，但以人工见事言之。自三福州郡至余乡县点司之力，词颂之名，官事相连，更相检对者，日可有十万人。一人有事，二人经营，是为日三十万人废其业也。以中农虑之，则是岁三百万人受其饥者也。然则盗贼何从而消？太平何由而作乎？诗云：莫肯念乱，谁无父母？百姓不足，君谁与足？可无私哉？可无私哉？ PG 1338。注诗小雅也。述涉篇曰：凡疗病者，必知脉之虚实，气之所结，然后为之方，故疾可悦而受可长也。为国者，必先知民之所苦，祸之所起，然后为之尽，故奸可塞而国可安也。今日贼良民之甚者，莫大于数。涉孰？涉孰数，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。何以明之哉？夫谨斥之人，身不倒飞，又有为利正直，不必强欲而奸华之党横加污言者，皆知涉之不久故也。善人君子，被轻怨而能治却庭自明者，万无数人，数人之中的审问者，百不过一。既对尚书而空遣去者，复十六七矣。其轻薄奸诡，既陷罪法，怨毒之家，既其孤露，以解处分，而反亦息息蒙涉事，令恶人高讳而夸冤，老道扶赃而过门，孝子见仇而不得讨，遭盗者因物而不敢取，痛莫甚焉。夫养狼友者伤何价，会奸诡者贼良民。书曰：文王作罚，行资无赦，先望之至刑法也，非好伤人肌肤，断人寿命也，贵威奸臣恶，除人害也。故今称天命有德，五福无章哉，天讨有罪，五行无用哉，诗赐彼已有罪，汝反托之，古者为始受命之君，臣大乱之极，寇贼奸诡，难为法禁，故不得不有一赦，与之更新，一遇万民，以成大化，非以养奸活罪，放纵天贼也。夫性恶之民，明之豺狼，虽得放诱之责，终无改悔之心。但托众故，系孩凌雨，严明令尹，不能使其断绝，何也？反感为大奸者，才必有过于昔，而能自媚于上者也。多散淡德之才，讽以谄谀之词，以转相趋，非有第五功之廉直，孰不为故哉？论者多曰：久不赦，
则奸诡斥而力不至，一数四省以解散之，此谓昭政乱之本源。 PG 1339。 不察祸福之所生也。著而雅曰：郎同彻。郭璞著云：有类也。诗曰：不郎不有，郎因郎。著康告之言也。著诗大雅也。此宜无罪，汝反收之；彼宜有罪，汝反脱之。毛常著云：脱射也。著旦犹虚也。著谓第五轮也，为司空，姓廉直也。后度辽将军黄甫归解关归安定，乡人有疑惑的雁门太守者，亦去直还家，书次夜归。归卧不迎，既入而问：卿前在郡时，雁美乎？有请。又白王甫在门。归素闻甫名，乃惊惧而起，衣不及带，喜履出营，缘甫守而还，与同坐，极欢。时人为之语曰：徒见两千石，不如一逢耶？言书生道义之为贵也。福敬不仕，忠于家。著礼记如行孔子曰：秋少居鲁，一逢耶之一。郑玄著曰：逢游大也，大耶之一，大妹单一也。众长统自公理，山阳高平人也。少好学，博涉书记，善于文辞。年二十余，游学清徐并济之贤，与交友者多异之。并州刺史高干，袁绍深也。素贵有名，招致四方游士，事多归府。统过干，干善待遇，访以当时之事。统谓干曰：君有雄志而无雄才，好事而不能责人，所以为君生戒也。干雅字多，不纳其言，统遂去之。无几，干以并州叛，促至于败。并济知事皆以事一统。 PG 1340。 著谓至曰：高干叛，欲兴号南，兴号奔兴号南，兴号荆州，上洛都，魏王偃不斩之也。注意其有之人之见也。统性倜傥，敢直言，不经小节，莫与无常，时人或谓之狂。深美周郡命诏，辄称疾不救，常以为凡游帝王者，欲以立身扬名耳，而名不长存，人生亦灭，悠有眼仰，可以自娱，欲波居清旷，以乐其志。论之曰：使居有良田广宅，背山临流，沟池环山，竹木周布，敞圃筑前，果园树后，舟车足以待布舍之间，使令足以习四体之意，养亲有坚贞之善，妻奴无苦身之劳。良朋翠纸，则陈酒肴以娱之；家食吉日，则亨高豚以奉之。除其愿，游戏平林，濯清水，追凉风，钓游鲤，弋高鸿，讽于五鱼之下，咏归高堂之上，安神闺房，思老事之玄虚，呼吸精和，求至人之仿佛。与达者数子，论道讲书，抚养二仪，错综人物，但南风之雅操，发清商之妙曲。逍遥一世之上，睥睨天地之闲，不受当时之责，永保性命之奇。如是，则可以凌霄汉，
出宇宙之外矣。岂献夫入帝王之门哉？又作诗二篇，以见其志。词曰：助奴独曰奴，助楚有耻也，助于季汉之名也。惟谈而讥其上，以其语焉。论语岑。典曰：春服季臣，官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欲乎沂，风乎舞于泳而归。助老子曰：玄之又玄，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呼吸未咽，气养生也。庄子曰：吹嘘呼吸，吐故纳新。又曰：至人无己也。 PG 1341。 注家语曰：舜旦五贤之情，造南风之诗曰：南风之熏兮，可以解无人之运兮；南风之时兮，可以复无人之才兮。三里图曰：秦本五贤，曰工商角真与文王曾耳，曰少工少商，贤最轻也。飞鸟一迹，蝉蜕王壳，腾蛇弃鳞，神龙丧角，智人能辨，达士拔俗，沉云无佩，逞风无足，垂漏成帷，张萧成卧，沆瀣当参，九阳带竹，恒星燕珠，朝霞润玉，六合之内，自心所欲，人事可疑，何为局促。注王充论衡曰：其曹化为馥郁，馥郁转为蝉，蝉之去，馥郁归之解甲，蛇之脱皮，可谓失解矣。退因是锐反。二雅曰：腾蛇有鳞。广雅曰：有角曰龙，丧角解角也。注萧摩天赤气也。在旁曰为，在上曰卧。羚羊子鸣惊曰：沆瀣者，北方夜半气也。九阳未日也。山海经曰：阳谷上有浮木，九日居下之，一日居上之也。大道虽夷，见己者寡，任意无非，事物无可，古来绕绕，委屈如所，百虑何为，至要在我，既愁天上，埋忧地下，盼散五经，灭气风雅，百家杂碎，请用从火，抗至山栖，游心海左，元气为舟，为风为仪，翱翔太清，纵意容也。注疑传伟也，因图可反。尚书令荀彧文统明，其之举为尚书郎，后参丞相曹操军是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，恒发愤叹息。因折论名曰昌言。PG 1342。凡34篇，十余万言。注昌当也。尚书曰：汝亦昌言。献帝逊位之岁，统促时年41。有人东海谋袭常称统，才张足迹西京董贾刘洋。今简撮其书有异正者，略载之云：注董仲舒贾谊刘向杨雄也，习字希伯，辟御史府，后至尚书光禄勋。理乱篇曰：豪杰之当天命者，未是有天下之分者也。无天下之分，故战争者尽其焉。于斯之时，并伪假天威，矫据方国，拥假兵语，我矫才智，臣勇力与我尽雌雄，不知去就，贻误天下，
盖不可。数也。矫之者皆穷，决力者皆富，行不堪复抗，亦不足复效。乃使稽首细谨，救我之贤义耳。夫或曾为我之尊长矣，或曾与我为等差矣，或曾臣虏我矣，或曾直求我矣。彼之谓谓，皆兄立父祖，信我之不成，而以奋其前志，俱肯用此为终死之分邪？助贤乐也，义将也。助谓与欲古自通，即济体之时，民心定矣。普天之下，赖我而得生育，由我而得富贵，安居乐业，常养子孙，天下晏然，皆归心于我矣。豪杰之心既决，市民之志已定，贵有常家，尊在一人，当此之。 PG 1343。 十，虽下愚之才居之，犹能使恩同天地，威谋鬼神，暴风急停，不足以方其怒；阳春时雨，不足以御其泽；周孔数千，摩索覆缴其盛，奔御百万，摩索覆奋其勇矣。彼后四之于主，见天下莫敢与之为，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，乃奔其私事，逞其邪欲，君臣宣淫，上下同恶，目及脚底之官，耳穷震颤之声，入则耽于妇人，出则驰于田猎，荒废树镇，弃亡人物，缠慢弥留，摩索底极，信任亲爱者，敬应产容说之人也，宠贵龙风者，敬后飞机妾之家也。使恶狼首刨除，积虎目牢屯，遂至敖天下之高，着生人之骨髓。怨毒无聊，祸乱并起，中国扰攘，四夷倾叛，土崩瓦解，一朝而去。习之为我不辱之子孙者，今仅是我饮血之寇仇也。至于运喜意去，犹不觉悟者，岂非富贵身不忍，审逆至于极邪？存亡已知迭代，政乱从此周复，天道常然之大数也。著左传谢也见陈林公曰：公卿宣淫，人无所焉。杜欲著云：宣是也。著武帝元丰三年，作脚底戏，因意云：两两相当决力，脚既易射欲，故名决底。盖杂技乐星号，以星号星号也，星号八鱼戏鱼龙蔓延之属也。后更名平乐观。礼记曰：正因好烂淫志，宋因晏安逆志也。著禅漫游纵意也，禅因图淡反。庄子外篇曰：禅漫为乐也。著左传曰：美恶周必复，天之道也。又正之为理者，取一切而已，非能斟酌咸鱼之分，以开盛衰之术也。日不如古，靡以远胜，岂不然邪？汉兴以来，相与 PG 1344。 同为编户其名，而以财力相均长者，是无数焉，而倾斜之事，徒自苦于辞疾之嫌，摩索亦损于风俗也。豪人之事，连动数百，高田满野，奴婢千余，徒负万计，船车假贩，周于四方，废居积住，满于都城，其路宝货，巨士不能容，马牛羊豕，山谷不能受，
妖童美妾，甜乎其事，唱欧心好，寄心好，寄乐烈乎。深堂宾客呆见而不敢去，车骑交错而不敢进。三生之肉丑而不可食，清纯之咒败而不可饮。地畔则人从其目之所视，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。此皆公侯之广乐，君常之后食也。苟能运至诈者，则得之焉；苟能得之者，人不以为罪焉。缘发而横流，路开而四通矣。求是之舍容乐而居穷苦，弃放逸而富庶富，夫谁肯为之者邪？夫乱世长而化世短，乱世则小人贵宠，君子困贱。当君子困贱之时，居高天，及后的有恐有震，厌之祸也。逮至轻视，则复入于矫枉过正之简，老者冒矣，不能及宽饶之俗；少者方壮，将复困于衰乱之时。是使奸人善无穷之福利，而善事挂不赦之罪孤。苟目能辨色，耳能辨声，口能辨味，体能辨寒温者，将皆以修邪为秽恶，设智巧以避之焉，况肯有安而乐之者邪？私下是人主一切之谦也，助徒息也，父亲也。著《史记》曰：“转古百数，废居序矣。”著云：“有所废，有所序，言其甚时设立也。”著其伟也。鲍朴子曰：“片玉可以其西壁四盈尺也。”著舍因事者反。著庶父为自节亲如居止也。著诗小雅曰：“为天盖高，不敢不局；为的盖厚，不敢不及。”毛长著云 ：PG 1345居屈也，即累足也。习春秋之时，周室之乱世也。逮乎战国，则又甚矣。秦政胜并兼之意，放虎狼之心，屠猎天下，吞食生人，暴虐不已，以昭楚汉用兵之苦，甚于战国之时也。汉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乱，既其残夷灭亡之术，又复备乎秦相矣。以及今日，民都空而不居，百里绝而无名者，不可胜数。此则又甚于王兴之时也。悲夫！不及五百年，大难三起，忠贤之乱，上不数焉。变而迷猜，下而加酷，推此以往，可及于尽矣。嗟乎！不知来世圣人就此之道，将何用也？又不知天若穷此之术，欲何至邪？助朕，始皇明也。助汉至王莽篡位214年。云二百者，举全数。助孝平帝时，凡郡国130，县邑1314，道34，侯国241。的东西9320里，南北13668里，人户1223万3062，口59594978。此汉家极盛之时，遭王莽丧乱，即光武中兴，海内人户准之于前，食财23，边方萧条，略无节仪。孝陵遭黄巾之寇，
献帝因董卓之祸，英雄细致，白骨高也。兵乱相寻三十余年，三方既宁，万不存一也。助秦三王二帝通在位四十九年，前汉二百三十年，后汉百九十五年，凡四百七十四年，故云不及五百年也。三齐魏秦，末及王莽并献帝时也。助下游后也。损益篇曰 ：PG 1346。作有利于时，治有便于物者，可为也。是有乖于术，法有万于时者，可改也。故行于古有其器，用于今无其功者，不可不变。变而不如前，亦有多所败者，亦不可不复也。汉之初兴，分王子弟，为之以市民之命，假之以杀身之权。于是交易自恣，智亦无厌。鱼肉百姓，以淫其欲，暴征骨血，以快其情。上有篡叛不轨之奸，下有暴乱残贼之害。虽积亲属之恩，盖源流行一时之然也。将绝削土，稍稍割夺，促至于坐食俸禄而已。然其污秽之行，淫昏之罪，犹尚多焉。故遣其根本，清其恩义，犹尚假一日之尊，收市民之用。况专之于国，善之于寺，岂可鞭笞斥冤，而使为我所为者乎？时政凋敝，风俗一异，淳朴已去，智慧已来，出于理智之房，放于嗜欲之欲久矣，故不可受之以柄，假之以资者也。是故收其议事之权，效其从恒之意，善者早登，否者早去，故下土无庸置之事，国朝无专贵之人，此变之善，可遂行者也。助老子曰：智慧出，有大伟也。助去应屈举反。井田之变，豪人获职，管舍不于周郡，田亩连于方国。身无半通青纶之命，而窃三成龙章之福，不为边户一武之长。而有千世名义之意，荣乐过于封君，义利谋于首令，财禄自淫，犯法不作，刺客死士为之投命。致使若利少智之子被川为败，既死不敛，冤枉穷困，不敢自理，虽亦有往境户阔，盖分田无限时之然也。今欲张太平之纪纲，立志。